我去泰国的时候，我真的会跟你吃饭。哈哈哈哈哈！你吃得下这顿饭吗 ？OK 了 ，OK， 他是 OK 的，他是 OK， 他是 OK， 他是不是他是辣？不是，他是腰锤不腰肌？对，他是腰锤不腰肌？真的，因为他靠近你哦，他整个湿到啊，你看得出？对。来，千山来了，就是帮忙分享。我们是带你们是下午的嘛，现在是晚上的夜市。OK， 晚上的夜市带你们去看看。其实说真的啦，早上跟晚上也是一样的，同一个地方来的。人家还没有灯光，人家问我们，他今天有人问我说，哎，毛小妹啊，那个你们今天跑的夜市是什么？讲他怎么也不懂这个。没有，本来是另外一个。对，因为那边的场地真的不行，那边的场地完全不能做直播。泰国艺人敢不敢？啊，对，我们就放在这边，好不好？好，工作来了啊，谁你当 Happy Day， 看到你了。我们要走夜市的。OK， 不然这样了，我们看一下，谁我们来发了，给你们一人100块，可以买到什么？吃吗还是什么？看几样啊？100块能买太少啊，不然300。100啊，可以买什么？100能买什么 ？OK， 300吧，怎么样？是的哈，有限定吗？没有，看几样你们买到几样。Okay. 好，可以，越多越好。对，好，就是然后一个东西只可以一样，还是可以分别？看你多少样哦。没有，一样就是一样。就一样就是一样啊。就很像我打一个比方，如果100磅，我买4双袜子的话，没有一样，袜子装一样。哦，就是我要买1双袜子，一个戒指还是？Hello。OK。他新加坡人啊。啊，来拍照，来拍照，来拍照，可以，有人要拍照，这边很热闹，来，新加坡人全部都会认的，对，来，没有办法，我们讲，OK， 所以跟红人在一起是不一样，300块钱看可以买300块吧，就是可以买几样东西哦。几样东西，就比如说我可以买1双袜子，一个戒指还是什么，就是越多的可以。好，就是说帽子就算一样，它不可以说有2个帽子不可以。OK， 好，明白。可以，OK， 这样子就300块对啦。
百半，三百半，老板，啊，三百半，新加坡才12.13块，老板是给我600吧，九，我三了八，我们三个还是两个？来两，300，就600。来分享，我们要跟你拍照，这样灯就不一样。过去秀平阿才秀平，所以我们现在刚好说分享的，我们直接走了，不要等他了啊。我们今天讲过什么？我们讲过什么？300块，谁能买东西买的比较多？哎，我们今天不要聊水灾了啊！我们不要聊水灾了，水灾的东西我已经讲了，不爽了，你们去报警啊！不要再问我水灾的东西啊！你看，你不要看他们，有人帮他拍照，你看，有人帮吗？有没有？来帮我们分享 ，OK 啊？给我拿出，你给我拿出来啊！你们两个而已了，三百八，没有你。他们两个你哦，叫评判，评判啊，又限定几分钟了啊，没有整条街走到完了，走到 end 就没有了啊，走到 end 就没有了啊，啊，你可以跟他死牛什么都可以，好不好？哎，但是帮我们分享，我刚分享一次，来分享先，分享先，2800，继续。我不谈水灾了，不要问我水灾，他们要开什么会，什么会，他妈的一大堆。我帮你回答他们，可以吗？来，如果你们啊，你们什么了啊？你们不爽，你们不爽就去报警。如果你们不爽就去报警，十个字嘞。如果不爽就去报警。对啊。OK， 好。来，各位朋友继续哈，来，各位朋友帮我们来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Jackie Lu JL， 他的脸大个就是没有错了 ，OK， 啊，这一个是他新的这个 Facebook 的 page， 大家去 follow 一下，然后呢，大家帮我分享，我们坐掉，来啊，我们走了啊。我觉得 Jackie 走的路啊，我们自己拿会比较。妈，OK， 我们开始啦，开始买啦，我们开始买啦，开始买啦。开始买了，我们开始买了，开始买了，帮我们分享啊！慢慢看啊，你们很笨的嘞！你看他们这些东西，他们不要看，这样算异样吗？啊，这个也是算异样吗？哎，你们要给我拍吗？哎，你要给我拍吗？你要给我拍，啊！来来来来，你要给我拍吗？啊。你要拍到我、啊，你要坐，你妈的，来坐到我、啊，你要过去那边，错了，镜头你会只拍到人，没有那么容易的，来，再拍给。阿丽娜在屎尿的。好吧。哦，他这样小可以变到这样大，他这样小可以变到这样大，你看 ，OK 啦，你算一个啦，来啦，这个算一样了，完了，60块，对啊，60块你完蛋 ，50 啦 ，I help you 打广告，没有你，打广告先啊 OK 啊，一样啊，一样啊，你要开了，你要开吗？这个可以用了吧？都明白啊，哎，这个很好嘞，妈的，如果在我们的平台卖还可以的，你看，可以开到这样大，你看。现在我们很需要，因为新加坡什么 plastic 都要还钱，对啊，三毛五毛八毛，它这样大可以弄到这样小，你看，对，这个可以买嘞。60的女性币多少？60啊，六三十两块八。哦，我们买买这种东西也不是看的，哎呦，全部人在笑你，在旁边。不是我们买这种东西。我们这么客家话，你知道叫什么吗？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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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婆
不要啦，它是这个。哦，只是这个变而已。他们这个应该是 Grandy 吧 ？Grandy 吧。Hello。20多块。哦，29啊，你输他了啊。然后不可以重复啊，不可以重复啊。现在一个60，一个20多块。大一秒啊 ，Hello，OK，OK， 我直接拿到了，上面那边，大林啊，再买，我来是有，可以了，我来拿是有来过泰国代购的，新加坡那个，你好，他卖，多少钱？来，第三天，他在拼命减价了，多少？一点都不减，他这边98磅98磅可以，一个60两样啊，暂时2:1啊，二比一啊，什么都可以对吗？对，什么都可以啊，一支水算一样，一支水就算一样，好不好？可以算，对啊。我们要跟他买东西，真的，太棒了，泰国人太好了，太好了，你看，没有啦，你干不了啦，跟你讲没有啦，买啊买了，他叫你，我们为什么从这边走到后面都是低的？你看这个，你看多少钱？就是我这里看到这个。你看在这边，来看我后面。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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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快。少了呢。走到最后就没有了啊！走到最后就结束了啊！刚才有看到奶奶的人打上来，有看到奶奶的人打上来，不要骗你们，你没有看到奶奶。没有啊，我现在要买那个衣服给你，那个，你看买要那个。250块钱，但是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假的，我们不可以买，好不好？变成这样我们要支持盗版，对不对？来，我有点看到不好意思，刚才那个奶奶，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看那比花拉的更下垂。啊，你那边第一次，你别第一次看到这样老的奶奶，他们。那个样子很年轻哎。对啊，但是没有办法。我看到不，我看到不好意思，我走过去哎，我就看到了。看到那秀兵还看不懂，很笨呢、啊。妈的！我不喜欢看这种的，我喜欢看长长的。没有，我在找，每个人说叫我在找，我找。你妈！真的。你要分享先吗？你要分享先吗？你们。好了，多少钱？20块。OK。其实你可以买这个算一样，这个不可以。一样了，不可以了。18了啊。现在是到你，对不对？到你啊！多少钱？你花了多少钱？120。花了100，现在还180啊！来，谁？还可以，可以，新加坡人，来，来轻一点，可以。哎，再请几个人？多少钱呀？我是海胜。来，该分享的分享的，5800了呀。5800了。来，你们有分享啊？帮我们分享。哎，现在不是重点，是现在花了多少钱？120。你花了120。来，印尼来，你开奖励我，好吧，大妹，印尼人多么亲切，好的，好的，我是新加坡，你看过我的直播了，谢谢，印尼人，真的不一样，我这份120我买的，三样。有点输他了，三样你有点输他，你现在花了多少？我现在花了80块。80块，有机会啊，坐，来找啊。好。我找到了。你要跟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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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他。
你要跟他他应该是买一个，他要跟他买一个，他说没有卖，他没有，看你怎么不买他一个，得走了，没有你做了，镜头他要跟了，啊不能啊，没有你摊主都要拍，你做了，慢慢，镜头错了，因为他错了，啊我懂了，你要，因为他跟谁对话你要讲 ，OK， 你要看，远远啊，远远，哎看他们在，他在屎尿了，还要把香蕉。20吧，一条香蕉。15吧。赶紧来买条香蕉，不该死你哦。15吧。18年。你该买条香蕉20块。马老当兵，新加坡你还1块嘞。高格嘞，没有花，你当买了没有了，买就涨了，他妈的买就买了，还钱了没有的。Hello， 到他了，来分享。没有了，按钮啊，来给他们看，这边很多，最后三块，你没有你的事，没有了，等于最后1、2、3、4档而已，没有了，我们可以走了吗？没有了，最后四档啊，最后四档，你们要花的完了啊，最后四档的啊，我们去总结啊，不可以问的、啊，好不好？三十可以了，买了，妈的，这跟人家死牛一毛都死牛，妈的，多少，赚这么多钱，还差一毛钱，在杀价，他们在杀价，给他们去杀，对了，安迪啊，两个孩子的妈了嘞，妈的，当然啦，多少？100。
最后一档啊，买到完。OK。从最后一档买到完。你可以选最后一档啊，这三档而已啊。好不好？我们不知道谁赢，所以你们帮我分享啊，帮我们分享啊！哎呀，哎，给他过滤一千呢，好不好？过滤一千呢，昨天有8000人呢，妈的！来，今天帮我分享呢，帮我分享呢，分享呢，所以我定吧。没有用，哎，最后了，没有了，你买不到也是没有用啊！这一档过了你就没有了、啊。我现在买不到了。这一档没有他就过了，剩两档，所以最后一档他要买到完，最后一档买到完，你不要给他知道你买多少，你不要，你可以放全部放进里面了，没有你要先买到完。那一定啊，一定完全了，我现在可以一边买啊。可以，没有，最后一档才一些，你还有一个吗？这一档，你是这一档，他给我20。25块。对啦，你最后你们省钱也没有用。啊？最后一档你要买到完。啊，他也是最后一档。钱一定要花完吗？啊。钱一定要花完吗？对啦，一定要花完了。一定要花完了。我们在省了，因为所有龙就猛的龙，我叭的。他所有感觉拿到全部都是100了。你问他有没有58的东西？没有，他不要拆开了。不要拆开，你就是全部用在这边喽。用在这边喽。不用，这边98。这边是200。这边最后两档全部100的，没有再便宜了。没有嘞，假的。输的人要处罚的啊！输的要处罚。这个90块哦，我只可以买这个的不？来，快点节省时间，时间要到了，一定要花的，一定要花在这边，一定要花在这边，一定要花在这边啊！没有得闪的、啊，没有得闪的、啊，买这个啦、啊！没有，我要去买那个，可以买一样，不可以、啊？要去买那个虫，处罚吃那个虫。咦？我看着，我看着。哎，阿杰，你等他们过去了。来了，谢谢。你真的，他钱一定要花完呢。好吧，我看下ไม่ต้องมือไปไปก่อนนะ
这个麦当劳要买到完了啊！这边我们一起算的啊，你们猜秀萍赢的啊？秀萍是 A， 他是 B， 你们猜谁 A 赢还是 B 赢？我不要给你们看我。好不好？等一下我们送东西。我们送东西，你要买到完了，里面的石牛了，看你有什么东西，你就买就对了。OK， 好。啊，没有了，没有了。最后俩，你们猜。我猜他赢，我觉得我应该会输。我猜他赢了，我猜他赢了，对对。我猜 他很会砍价啊！我猜他赢。我跟你讲哦。B 呀、啊！啊？每个人猜你赢嘞。你确定吗？完了，有人猜 B， 我是猜 B 嘞。啊，很多人猜 B 耶。完了 B， 你猜 B 啊？没有，我再给你们机会，你们觉得秀萍会赢还是毛小妹会赢？秀萍是 A， 我是 B。没有了，没有了。我先证明我的答案。我不敢垫掉，我不敢垫掉，我先把它收好先。我怕你它垫掉，我就倒闭呀。我们现在回去公布答案了，谢谢你们啊，还有人支持我是 B， 我都对我自己没有信心了耶，你们还 B 这样。你看秀萍又拿棍又拿背，我还拿香蕉而已。OK， 来 everybody 帮我们一个忙啊，我们现在呢 OK 要回去直播的场地了，大家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谢谢你们。然后呢 ，OK， 小心你的棍啊，不要打到人啊，小心啊！安娜很恐怖嘞，她一拿到这个棍的时候，她就一直直上直下了，吓死我！啊，小心小心 ，OK， 你拿那个棍哦，来小心啊！你会过马路吗？你会过吗 ？OK 啊，我教你过，我教你过，我教你过。OK， 来这样啊。这样子啊，你跟我就对了，你跟我就对了啊，你跟我就对了。安妮娜，你们过啊，现在没有看我。你跟我就对了，我帮你挡住。没有。OK， 好用。那好像什么？知道旅行社。来来 ，Follow me， Follow me 啊 ，Follow me 啊 ，Follow me 啊。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上车睡觉。你们不要。你们不要走那么快，小心小心。Follow me 啊。OK， 来 everybody， 我们现在呢要回去了。Like everybody。啊，来，我们先回去先。有到那个音乐吗？啊，有，我随时随地都有了，我随时随地有准备了。跳一首舞。啊，哇。哎，人，我跟你讲，秀萍是去学跳舞的哎。这边会卡了啊。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啊。WiFi 开了没有？开了，开了。OK，Hello Wei Wei， 我看到你了。跟他们讲会卡。OK， 可能会卡一下哈 ，Everybody， 因为和我们跑去 WiFi， 对，它会自动 automatic 跳去 WiFi， 所以你们 OK， 来来来，等一下啊。这样门票跑，等一下，我转回来先。不要乱按了啊。OK 啊，等一下我们会转去 WiFi， 所以你们要跟我们顶一下。顶一下怎么顶？顶一下，怎样顶？你们 just 一次 refresh 再进去，一次 refresh 再进来，很像那个陈哲顶你一下这样。OK， 所、so、以可能会有卡一下，你们不要离开呀、啊。你没有剩钱了？啊？你没有剩钱了？他们讲不可以剩。哦。所以我就没有剩。七毛。我全部都给他，因为这支笔都150块，我身上好像才50多块而已。Hello Elaine， OK， 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啊，等一下。卡吗？有卡吗？不会不会，他们没有说卡。OK， 来。哇 ，very very hot。等一下。哇，很香哎、欸！很好吃，有没有卡？哎，等一下，啊，卡了啊，一下子而已啊。WiFi 没有开 WiFi 吗？有吗？开了，啊，恐慌吗？等一下。欢迎欢迎欢迎！莹莹，不要口，不要演，一口吞。
Hello, 左右陈叔，还会卡吗？现在 OK 吗？来帮忙看一下， okay、会卡吗 ？OK 了 ，OK 吗？好吃吗？莹莹，他那边我这边还没有看到留言呢。OK 是吧 ？OK。看来你这样能吃的，对，欢迎，你看他吃到这样子，nice。我们现在快了，OK， 骨头有没有办法？不可以，骨头不可以。咬嘞，咬嘞，骨头不可以。咬嘞，来，我们骨头不可以。那个，你觉得呢？你觉得？他什么？你要我什么？没有，你要我什么？不是，咬骨头，不可以啦。那你咬断骨头，它不是狗嘞。没有，不是咬，咬断，有的人可以咬的。咬断可以啦，吃不可以。刚来表演来，要咬断。哎呀，我们要跳舞比赛啦。嗨，咦，不要啦，咦啊 ，Oh my god！ 原来有这一项的才艺。你的手指给我。我第一次看，你手指给他，不是，没有没有，我要跟大家讲。台湾那个木林，听好好，你被他怪了，你的懒觉就像这样。再一次 ，Oh my god！ 木林，你怪了，你欺负我，你的懒觉就这样，我不用剪，我的牙齿都跟你剪下来，哎、看到吗？看到没有？本身脆骨嘞，真的。OK， 来。来来来他一粒欧元茶不要算他钱，他甘蔗啊不要算他，说中了。这个是甘蔗吗？甘蔗，你咬给我看。可以。两米长的甘蔗。甘蔗，泰国甘蔗。甘蔗，这个应该叫竹蔗，竹蔗。有泰国的。有嘞。跟你说有水吗？有。有没有打我？那个布，跟你那个布，来那个布，我们打我这个卡，不是啊，就修啊，我的嘿。来，你看，来，你的镜头不要看旁边。它的甜不一样哦，它的甜不一样的，来，我真的不错，来笑我的蛀牙花，是我笑，来，等一下，等一下，哎 ，Cosa， 这个干面呐，可以有人帮阿锤拿镜头吗？没有，你看。排队拿多几个，所以啊我们要fight，我们今天要fight啊，所以你的这个是一样啊，这个一样啊，他现在两样啊，三百半啊，三样四样啊，啊五样六样，这个六样东西啊，你以为玩的是吗？ OK 七样steady 的380买七样东西，就风油两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 ，OK 七样啊，过关，厉害，七样啊，去凹了，全部年轻的，七样，嘿嘿嘿嘿嘿嘿，你的
比较厉害，印尼的比较厉害。哎，对呀，他这个手还。还嫖香蕉这种烂烂的香蕉，要九毛，还以为便宜呀，笨到没有人笨，是有点贵。妈的，还以为很开心，哎，是不是？28嘞，九毛嘞，笑哎，3块多马币嘞。我这个也是28。对了，你看，我这个也是28。你看，那这个28，这个28，一次就没有了。这个28可以干年，还用到明年正月初一，干年呐，对不对？来，还很开心耶，来，很大声，欺负欺负，哎，你那28，28，你看，哎，28，哇，28，哇，哦，有包皮两样，28，不一样，来，他应该没这个就好，这个就好，这个很好。这个很好，这个你要打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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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开，来来来，我来卖了，多少钱这个？你买多少钱？60块啊！你看，你看，哎呀，开成一个背哈，好带，环保带啦。来，你看，好啦，60那边的东西贵。没有，你去我的网站买，我们网站比较便宜。你看，还被人家看。送到你家，60很贵。28香蕉也是很贵。OK 啊，这样80了嘞，这边两样，两样八十，三样，咦，他扣给我两份，本来是150，我没有，我身上最后的应该是50多块，60块，他拿去喽。这个破变新加坡都要3块，你讲那华裔，那华裔是不是懒觉了？我们这样。哎，这种叫做什么？算术不好。哇，这种变，等一下，这种变已经，等一下，这种变新加坡已经没有人用了。这个以前是来用什么？有红色、蓝色，那赌马的，写12G的有没有？写12G，写白标用的，红的是12G，蓝的是白标。没有，哎，你那个东马卖东西比较贵的，所以他会觉得20块的香蕉便宜。对了，真的，东马东西便宜。三样，啊，三样而已啊。三样，贵的东西比较贵的。啊，4样，人家4样，要免费，免费。所以他们必须要有比较有钱的。也没有，免费的。哪里有钱吗？啊，东马的东西比较贵的，什么贵？放手机后面的，80块。80，不懂。60啦！100，如果是啊，老公马上离婚。妈的，买的东西，好像你是干面的看烂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娶到他。他干面没有奶，他是没有奶也没有脑，人家是奶大无脑，他是没有奶又没有脑。看我这种有奶有脑。OK 啊。等一下。一样。我多少样啊？1、2、3、4，5样，我不知道啊，5样哎，他多少样？7样，你该大声点啊！7样啦！啊，如果我8样7样嘞，笑我哈久，你300块完了是吗？哎，没有，那不算，7毛，没有，7毛没有，快点啊！我不敢说，笑什么？这是什么烂？我是配我这个背的 ，OK。这是耳环是不是？不是，你看我们这种还有写 Bangkok 哎，他只是买单的。没有用，没有用，没有这个多少钱？你管他多少钱？等下你又骂我数学不好。多少钱？20。哈哈哈哈哈哈！这鬼东西啊！没有人买的，因为这个我不会买回家的。为什么我家里的孙会拿来吃吞下去？因为我家里没有孙啊，没有小孩子啦。哎，你妈妈叫什么名？燕姐。燕姐，赶紧啦，买回家你给我比赛啊！来，1样、2样、3样、4样、5样、6样。没有了。啊！300份，买中东西。你看，赶紧啦，300份。没有，哎，还有一只东西啊，掉在地上的嘞。没有，你自己看一下。哦，你看，380买1、2，这超，安妮娜这种烂东西，你看，你们。我底牌还没有拿出来呀。也 OK， 我跟你讲。Hello， 全部小样的啦。我跟你讲，我没良心啊。傻孩。真的，他这个380买这样东西，傻孩，失败。我听了都堵了。如果我是火球，我一定跟他离婚的。哎，所以我。
为你懂为什么陈哲都跪下来，哎，不要理我。你们自己看。你那个多少钱？等一下，这个100。啊，100。我没有，没有，我现在没有。多少钱？没有，没有，我妈摸良心，你看，等一下，我们29。不是，我们妈摸良心，不是，我们摸良心，我们一次论事啊。我你们觉得300块这边有划算，还是这边有划算？一面倒，一二三四五六，一样七样啊。没有，这是那个打一炮，不是，这是毛小妹打一炮。来，我是 A。我们看一下啊，你们觉得没有，等一下，给我们看一下这个 A 啦。啊 ，A 的这边啦。有这个，有一罐水，还有一只甘蔗，好不好？他的香蕉皮，Orange 要等到下个月才熟的。一支笔拿来给他爸爸写马票的，一支这个 band 都没有，这个不懂什么死人鬼来的，这个拿来做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可能在半路试的，这个干妮娜拿回去给他妈妈连他们的，好不好？你妈妈的他们连在这边的，连这个什么人家有环保袋吗？环保袋，干妮娜刚刚好了，你回家的时候 COVID 来了嘞，啊，中 COVID 了，这个预防 COVID 了，你妈的！不是，刚才你讲吗？看300块谁可以买最多东西？对，可是你没有讲划算哦，所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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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没有师傅。你看，连 Facebook 都不爽你吧？是，我其实还有一样还没有拿出来而已。没有。真的，我还有一样。还有一样。剩你的毛尾，你爸你毛尾。我还有一样，我爸也偷偷去买的。我看。什么？我还有一样。我刚才去买的，我还有一样吗？你们两个玩我，我偷偷买两份进去的。你妈！喂，我偷偷买，你们不知道。几？哎，我也是有。等一下，龙家妹，几万件全部你的。还有猫粘住的，你看，不是。等一下，你这边干啥？我刚还偷偷去买的拼头，你不相信？你粘它怎么办？不会粘的，你讲不是你想粘，我明天不能用了。可以，Ultraman，粘在上面。看前面，没有你看前面，一、二、三，粘在上面。我刚才偷偷买的，你们不相信啊！错了，这个错。阿丽娜，阿丽是有。这个更多了。我的对，他多。有一点湿。
太厉害，还有三片。我跟你讲啊，啊，慧珍有吗？慧珍，好像是什么？他的奶酱小丽，他真的不是这个按奶酱小丽，宽度不是按奶酱小丽，他还要包他的肉，他的肉只有一件呢、欸，还有他还有三件，对，他三件呢，他有三件，还有他还有三件，三折，哎，这个来 close up。这个是不是冻住奶头的？这个放奶头的，然后冻住奶头的。这个你开可以这样子嘞，你可以这样子粘住。猫下面你的嘞，你拿来，可以的，一个功效的翅膀，两个翅膀在中间。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比较好笑。太棒了！我明天不肯粘走了。真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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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湿的，是硬硬的干你脑鼻子，是吧？没有，这个可以拆了吗？可以，我们可以，我们不可以拆的。OK， 不要，这个不是你的，可以拉的，可以拉。不是这个，你不可以连的。OK 了，等一下，哎，Mickey Mouse。原来这个是奶头没有粘的，然后那你拆的时候就是奶头不会痛。你是讲这边对不对？然后你就怎么了？这个是我粘奶头的。真的是我，真的是我，我穿回去啊！
来，快点，那你这样快穿回去啊！妈的，跟大家讲啊，哎、欸，这个是最好用，你看，连奶沙都可以，这个很轻的，连奶沙都可以粘了。这个你看，一千张哦，一千张，真的，这个奶沙都可以粘，你看多么轻又轻。你看拿抽的时候啊，你看，哇，你看，你看很稳的，你看内衣，你看。你看，有看到吗？你看，我们不是演戏的，你看他抽很多钱，啊妈的，笑死我！你看这么大包，一千抽，妈的，笑死我！一直来拿新的出来，可以粘回去了哈。可以，来看粘，看粘粘，看看。我粘回去一下，不然可怜了我。哎，你要小心哦，不然。来，粘给人家看一下，证明。要紧的，要买吗？快六，还送去你家。快六，一千张。一张还是我们每次这样的哦，2块耶。快六，我们一盒的。你们有用没有用？一定支持我。我们今天给你搞笑，我今天真的笑到烧心啊。好啦。所以这个直播我会理你的，真的。快六真的是快六，真的。马来西亚可以买吗？可以买，马来西亚都可以，对啊，太大了、啊，这个啊，一千张啊，你看薄，哎，不是薄的嘞，不是薄的啊，你看了、啊，而且它是四层哦，而且它是有两面哦 ，OK， 它是有两面的、啊，第一面就是讲它的，后面是另外一样啊，它是两面的。有用过的，我跟你们讲哈，都知道我们这个纸巾啊，它是非常厚的 ，OK， 它有四层的哈 ，OK， 所以它是有一千抽，你可以挂在你的厨房，挂在你的洗手间，都可以，好，挂在房间也是 OK， 哪里都可以，所以这个的话，来，今天我们准备上课一下先了哈，来，马上给我跟大家讲，我们是整箱卖的，一箱多少钱？这一箱有几个？有十二啊，十二粒啊，十二啊，只需要20块钱，等一下哈、啊，这样对的、啊。OK， 来，要的朋友直接下单，打上来 Y 十八，现在你们要的数量啊。如果你们今天不需要20块，19.9块而已哦，19.6块1.6块而已，19.9块，是的，来，你们打上 Y 十八加一换，你就会拿到一箱，就是12包，一包里面会有1000抽，好不好？包邮。对，包送到你家。Oh my god！ 包送到你家，包邮。包邮。天哪，不要打加一，因为这个没有。加二了，这个你敢敢加？我可以算你们敢敢拿。加二，你们加二，相信我。加三都可以。可以算到2027年。可以，就算2027年过后，它还是可以用啊，还是好好的嘛，对不对？可以。来，各位朋友，这个可以拿来插什么嘞？是哪里都可以插啦。都可以。啊，插橄榄台啦，什么都可以插，他们也可以的，大便小孩子，大小孩子有用。加二加三，你相信我。直接 Y 十八，不要加一，相信我，这个很好用。很好用，你直接加二加三送给你的孩子， okay, 或者是你的妈妈，或者是你的亲戚。如果你觉得啊，去拿出来好像 Bigno 那种粗啊，你退款。嗯，不是那种质量啊，不是，就是那一种啊。如果 Bigno 那，你知道啊， Bigno 那很多人， Bigno 那你们拿那个大便纸啊去大便啊，我跟你讲，你的屁股开花的啊。我跟你讲，因为那个是骂地下地道，这个是骂嘴骂哈，你做完爱也可以用，是的，好不好？这个可以冲马桶啊，没有问题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就是一般的貔貅，只是它有四层 ，OK。所以这个的话，它还有这个钩给你钩在你的厨房、房间或者是洗手间都可以。OK，Sorry 啊，马来西亚不可以下单，因为太重了。Can flush toilet bowl 可以冲马桶的，好不好？可以冲马桶，肯定可以。OK， 肯定可以啊。这个是 four ply 是吗？这个什么 four ply？ 四层，对，四层啊，它是 four ply 啊。OK， 要不然直接打 Y 十八，不要加一，直接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对，一箱有12包哦，一箱有12包，只需要19.9块哦，所以一包等于1.6块。我们每次买那种小小包都要2块，快八最便宜了。OK， 而且它的布料是好的啊，看啊，它是有两面的，那个质感是很好的。你看，给你们看这一次啊，它是有两面的，来，看啊，不容易破的。OK， 不容易破。它有两面，对 ，OK， 啊，不一样，这个比较滑。
另外一边是比较粗、啊、对，来，所以这个赶快哈加起来，最后三十箱，来，最后三十箱，最后三十箱啊，最后是三十箱、啊、只有新加坡包邮，马来西亚不可以下单，太大包了 sorry 啊，马来西亚不可以下单。 你看这个每次哈，你们不要加一加二，这个啊每次哈我在我妈妈那边蹦恰恰蹦恰恰给橄榄白很好的，你看闻一下，我已经打针了，没有味道了的，真的，你就是这样 OK， 你看容易的，就是这样，你就这样跟他这样擦橄榄白也可以，他不会讲说擦了有那个嘘嘘在那边，完全没有，我是很会流汗的人，你看啊，完全没有，对，你可以来擦，快溜而已，是一箱啊，你们加一就是一箱，十二加一啊，十二啊，伟兄不加一了，哎，伟兄啊，我的儿子都买，赶快啊，最后多少？最后刚才三十还没有问了，来，来，二十七，完了，来，完了，谢谢大家，你们继续加，因为有的人没有还钱，好吧，十。9 8 7 6 5 4 3 2 1，你们继续加，没有还钱的人我们就跳给别人啦、啊。继续加可以继续加，来下个产品，下个产品这个就厉害了啊，这个就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你拿这个就厉害了啊，因为这个我这个是我推荐，我觉得今天是这个是大爆单，大家都知道啊，白色的衣服你老公也好，你孩子也好，你的孙也好，白衣最怕什么，yellow的黄黄，什么黄，而且是什么弄到很少有人这边黄了，很少，不是错，很多衣服啊黄都是这里，哦，都是这里，都是这里啊，都是这里，如果你吃到辣椒白的，你是米丁，因为白的比较好配嘛，大衣也好，你这样白色的，最重要白的它一点点辣椒酱什么都看得到，嗯，今天你放心，你今天买 LV 的衣服也好，你买Chanel G 的也好， Chanel 的也好，不用怕，我今天这一支能救到你、哦、而且很便宜，好不好，我们叫他来点卖给大家看、okay， 来，老板，因为这个哈，妈妈来，老板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这个哈它是什么污渍，什么肮脏都能洗到，包括哈好像比如说我们的衣服放太久它会发黄、嗯、还有的就是它这样每天出汗它会发黄，啊，这个发黄的都洗不到了，那是因为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的校服是白色的，最尴尬就是每次哈这边是黄，完全对对对。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我相信你们有读书，你们都知道这个叫什么，就是我们每次放在校服里面的那个墨水，墨水永远都洗不到，有些人二年级开始到六年级那个印在那边，对不对？对对对，没有普通没有洗衣粉可以洗到的，嗯，对吗？所以今天哈还有包括哈，我跟你们讲这些，好像比如王药水啊，这些红药水啊都没有办法洗的，对。所以今天我介绍你这个哈，它叫做万啊，叫什么？全能液，全能液，这全能液它什么都可以洗，包括油。OK， 污渍什么都可以洗到。今天我做给你看怎么洗呢？嗯、在洗教你洗之前哈、嗯、，OK， 我首先我让你知道很简单，我说要拿这个墨水 ，OK， 拿这个墨水啊，给你可以拿一个啊这边提出来，是是因为这个、啊、墨水啊，你们要很细心的看啊。这墨水倒出来，不要紧张啊，老板，这个是你的错啊。啊，有没有准备啊？肯定啊，倒出来，黑酱油，这都是墨笔啊，这些笔字啦，很难洗的墨油啊，这个导油啦，这个啦，就是红药水啊，红药水啦，红色的啦，什么都可以的，随便啦、啊，你阿嘎阿嘎啦，嗯、来你这样下去啊，包括呢，还有就是油，看啦、okay。嗯、黄灵珍干妮娜，你不要讲他越来越紧张了。OK， 现在呢，我现在转。OK， 这样子是用水够，搅拌一下。好的，不用看他的脸了。OK， 搅拌一下啊。OK， 现在是这样子对吗？你看看哈。衣服在这边了。啊，等一下，不是，就衣服等一下放啊。哦、okay， 啊，还没有，还没有用衣服。因为他这些东西这么难洗东西哦，只要碰到它。他会全部会，我看你解散，他的特性啊，相信来就是来的特性啊、哦，啊，你看，哎，你要看这个，错了，那镜头，哎呀，他没有等镜头，看不到，人家看不到，没有，还要留下来，不是，你要给人家看到了，因为不然人家你没有做给弄嘛，来看到没有？来，嗯、来看到吗？哦，他直接晕开、欸，跟你分开，跟你分解。哦他直接跟你分解，直接分解的，看到没有？有看到了。直接跟你分解啊！这些东西是很难洗的嘞。对，他这个药水能帮你解，但是你这个没有作用啊！你能放在衣服吗？啦，有说服力，对不对？对，老板，赶来。我们在做这个衣服之前，我们先做这个，先做这个先，好不好？先做这种黄黄的。好。这些发黄的洗不掉，哪里？好不好？可以。OK， 我去找一下。
啊，你没有找好来的，现在还在找。拿错了衣服。啊，那个肮脏的街。哎，有啊，就是短的，短的街是吗？啊，这个没有用啊。OK， 短的比较多嘛。啊，我看好看。所以很这种放了很久的，你看啊，看得到吗？看得到吗？等一下，因为这个灯错，这个灯错。等一下啊。这个灯错，这个灯错。来，你看，你看，看得到，看得到的。你看啊，很多你放。这种是很久的，在厨应该是很久了的。你看，好好。有灯啊。来，你看，来，你看，你看，来，你看。嗯。拿，用我的手可以。来，我们这样子反过来看吧。这边来，师傅这边来给你们看一下哈，有看到吗？这样子有看得到吗？啊，对，这个比较明显。哟，很恶心。这种是放厨太久了，太久了过后，它就会这种黄黄这样子，而且这个超难洗的，而且这个你如果拿来正漂白也未必会洗得了。很难啊，这种是放很久的。你看啊 ，OK， 这个没有办法洗啊，洗衣粉没办法。发霉，所以很多人就是把它丢掉了。对，对吗？所以今天你看一下我哈，我做给你看，你可以用来搓，但是我今天拿个牙刷，你看，我那个牙刷，我们就做这个位置吧。来，快点 ，OK， 我先倒你下去哈。嗯。我就倒你下去，看啊，哇哦！倒下去过后，对不对？我就，哎，真的会掉，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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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吗？有，哎，白去白去，看到没有？有啊，掉了，白去白去，掉了掉了 ，OK， 真的掉了。妈宝倒了你下来，来，因为那个倒，倒不是倒多你下来啊，因为没有这个是很久了，这个是很久了 ，OK， 可以过了，啊，你看，喂，真的哎，看到没有？可以，我你看，哎哇，这个可以啊，可以了，可以了，来起了，来 T 恤，来 T 恤下，我们证明一下啊，有两边啊，这个是很久的啊，来，你看，全部可以了。旁边啊，还有一大 OK， 我们还可以洗洗干净，洗干啊，洗干净就可以了啊，对，都可以洗到干干净净的 ，OK， 可以刷牙，可以了，你来刷喽，可以洗马桶吗？可以，可以啊，洗马桶，洗衣服，那个洗衣液，这个要进步，可以啊，看的棍可以来刷牙吗？还有可以刷你的咕咕笨。要搓大家，然后这个如果这个搓也可以，搓当然是搓更快嘛，搓更快，你看搓也可以。他是不会做 demo 的，这个是新人，新人那个啊 ，demo 是做错了啊。哎，哇，搓更快，来这边没有了，没有了，已经掉了，连过一层水就完蛋，就割死了，就完，就是完了。来，搓一下它，就是 OK 啊，来。哇，哎，干干净净，对，这个是旧的，来这边是旧的。来，看到我们，看到我们这边吗？对不对？对对对。啊，看到没有？来，本来是这样的。对对，本来是这样的。OK OK OK， 有人问是可以白衣吗？还是什么衣都可以？都可以。什么颜色都可以。因为它不是漂白剂。对，它不是漂白剂，所以蓝色是酵素来的。如果人家黑色、蓝色，如果跟你洗掉这件衣服褪色怎么办？退哪个？退款了啊！你要赔人家的衣服嘞。除非赔啊赔。师傅，等一下，除非有些衣服第一次买的时候会脱色。那你不要跟我讲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买 LV 啊 ，Ryan 买给我那个都脱色了，大家都知道。第二个我要做的哈，你 curry sauce 可以吗？可以， curry sauce can， curry sauce can。来， OK。没有，你要。来呀。没有，我先抹掉这个先。我要抹掉先啊。因为这个它本身有了嘛，我就抹掉它嘛，对不对？没有，你做这个衣服比较。Please on, well, I need this. Yeah, you have to buy. This is very good. 没有。And any color also can use. Any color also can use. OK. OK, 来 OK. 衣服了是吗？啊，这个重点，不用讲了。赶来，老板。不用请，等下我们洗，不用请的，可以的。这个真够力哦，不相信。如果这个能掉，我们就买。OK， 不能掉板车，我们就买，不买啊。OK， 啊，老板会翻车吗？不会啊。来，这个是红药水啊。没有，老板你很敢嘞。可以分吗？可以分另外一边吗？给人家证明有三四边啊。OK， 一个。OK， 我们先这个啦。先做这边啊。OK， 这样不要分手了啊。哟，它真的会掉了。哎，其实它倒的时候，它已经开始白了。我们再看，等一下，你要给人家看。你要给人家看，你要给人家看。它只是倒 A 嘞，它开始融化了。一旦它是干的哈，都可以的，一样的。你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OK。哎，帮我们分享呢，这个好产品。来，继续帮我们分享。来洗的时候要怎样洗？洗就是好像平时洗衣服这样刷它。刷。If your clothes got color run can， 脱色应该是不可以脱色。来，你看，你要。
等镜头我了。哦，来，人家做假了、哎，你要等镜头嘛，哎、慢慢嘛，我他太快了，人家以为做双脚。对啦，没有他太快，我们做多一次。对，哎呀，来、okay. 另外一件。没有了，他太快，人家以为你换另外一件。好，来，我来。再来，再来，再来，没事，没事。哎呀，他不会做的吗？来了、啊，不是你的，你错了。来，另外一件，另外一件来。没有了，你。啊，新的，另外一件。来，王雷洗衣服。啊，另外一件来。不是，他被摸错了，因为他没有等。啊，来，给来。哎，那个，我们。来，大家给我们鼓励好不好？继续分享，继续分享。大家看一下，按个like。我们弄一下啊。哎，好，来啊，滴一下。可能呢，我们的白衣不小心沾到。OK， 等一下，我们给它干。我们给他干一下，不然他也做手脚吗？很多人说是的啊，是的人会比较容易吗？这个是干啊，这个是新的衣服啊，不是刚才的啊。我们穿啊，我的，你可以接受我挑战啊，可以 ，OK， 你另外一边，来，我放这，哎，啊，我们就另外一边，我们放另外一边啊，我们放这边啊，这边啊，随便一边也是红色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作怪嘛，对不对？我在怀疑啦，对不对？如果这个药水都能做，还有没有？还可以吗？可以当油，当酱油。OK， 酱油，我们来酱油啊，一起啊。这个不是 bleach 啊，它不是漂白啊，它不是漂白，一个地方就可以。看那，等一下你看。好呀。还有油。会翻车。我不知道会翻车吗？还有油啊，酱油啊，酱油啊。油，来再来，煮菜不小心。你不用油，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人家看不到啊，上都看不到。来。来了啊。看好啊，一个一个，一这边一滴，这样拉过来。给看了啊，看好啊，我们这个牌子啊，这个牌子啊，来这个牌子啊 ，All My D 啊 ，Liquid， 来准备咯，见证奇迹的时刻喽。哎呀，你扶住这边，哎，它断掉了哎。啊，还在跟你帮你溶解的啊。刷，很厉害，你这样。哇，这个给我这个，最深的这个啊，对。OK。我们等，不要跑，镜头不要拿，不要跑，不然你以为人家我们做手脚啊？我们这我没有跟他彩排，我松巴，我不知道这个。他是第一次看到的。我第一次看到，来，你可以我讲，那个哎，看一下这个产品，我第一次看到。真的。如果能成功，就值得买，因为西北便宜。对。一支算到来才16块。嗯。包送到你家。真的。嗯。包送啊，包送八百，哇，800ml 啊，哎，真的厉害，800ml 嘞 ，OK， 你可以刷 ，OK， 刷，现在我刷给你看的，慢慢，你要等我们的镜头，给我们的镜头，上来啊，给我们的镜头 ，OK， 上来啊，给我们的镜头，轻轻刷一下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不要给他换镜头啊，这样证明啊。来，轻轻刷一下就可以，来，不用很大力的，轻轻刷一下而已。哇，这个厉害，厉害，这个厉害。哎，而且这边也是有嘛，这些我对，参加去刷啊，一起刷。哇，这个厉害，刷，哇，这个厉害嘞。啊，今天这些肮脏的好，看看啊，我是要放水啊，冰箱就没有了。放水啊，趁水啊，放水啊，放水，老板。哇，这个酱油是够厉害，这个酱油，没有了，给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厉害！如果能解决，哎，我建议大家要冲了，太强了，太强了，这个太强了，太强了。如果你们的衣服啊已经开始发黄的哈，有没有啊？你可以来震，对，震啊，倒一盖出来震，震一个晚上就可以了。OK， 有人问，比如说他的衣服是被其他的衣服脱色怎么办？啊，脱色这还也是可以，要洗多几次，洗多几次啊？对，也是可以，要洗多几次。脱色给脱色弄到来 ，OK。哇，奇葩，这个厉害哦！这里啊，完全没有。Oh my god！ 真的是厉害。你看我找不到了嘞，我找不到。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一个都找不到。这个很夸张嘞，这个真的是特别夸张啊！哇，这个系列夸张，可以哎，不可以？可以，哎 ，very good。没事，下次我给王妹卖。你妈的，我跟你讲，是加加二，因为现在我们加一是三只，加一是三只啊，这个最厉害，这个加一是三只，哇，这个太厉害，这个太厉害，呀，因为本来要 demo 啊，要 demo 可能，我觉得我相信他了。
不用 demo 了，真的真的。我第一次看到他跟我讲到 a b e r t i n g a 正堆什么什么啊，现在这边有3000多人，今晚最少卖500只。啊，给老板，有人问会不会上手？会会，这个酵素来的，酵素来的，对，它完全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不会上手啊 ，OK， 不会上手。它没有那种枯肉水的味道，没有没有没有，清香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普通的那种洗，不会不会不会，它很像洗衣液的味道，完全没有，嗯，没有味道，啊。没有味道，完全没有味道，完全没有。我叫花拉来，花拉不会讲偏话。啊，来花拉，你要闻看看。所以啊，等等啊，一下子啊，我们等下上课啊。没有，你给他花拉，他们有洗衣服的，你闻他有味道吗？没味道，完全没有味道的，没有药水味，也没有香精味，什么都没有的。为什么啊？因为它不是那种化学成分来的。呀，没有没有。有化学成分，它就有香味吗？如果药水，我可以讲吗？没有，对，不要不要。我这里啊，真的你要问。它是完全是纯酵素来的。那他讲如果用洗颜色的衣服，那个颜色会不会越洗越亮？如果有味道，退款。有味道退款，那我们不要做一次的生意啊！这个很厉害。上来3支50块，包送到你家。是的，800ml， 总下单下球。来，各位朋友，今天帮我打上。只有500支而已啊 ！Y15+1， 你会拿到3瓶，只需要50块钱。这个是我们的全能液，我们一瓶。不能这样了，大哥啊！你拿3套，5支我送了你1支了。就是加三的人，加三的送你10只，就是10只啊！加三的人送多1只，总共10只。我赶紧拿今天去的完了，是150拿到10只哦。对对对对对，等于一天才500套而已啊！啊，500套啊，这个一定会走，这个一定会走，这个一定会走。他洗鞋啊，很白。我的鞋也是，鞋也是一样。我要洗，我要洗，我要洗。鞋子也可以啊，鞋子也可以，慢慢来，不要紧张。不要不要不要。拿上来，鞋子啊，拿上来。没有，你要等镜头啊，你们做直播啊，因为这证明说是你。哎，走开，要证明是他的鞋吗 ？Jacky 啊，你不要紧张 ，Jacky 你不要紧张 ，Jacky 是他的鞋啊，鞋也可以啊，鞋也可以啊，鞋也可以啊，来，鞋也可以啊。OK， 这个哦，鞋子我已经穿了大概将近快2年了，然后从来都没有洗过。对，来你看，肮脏啊。对。哎，不是给弄了，不是给弄了，不是给弄了，用剃须了，来，不是给弄了，来，你拿来。来，你拿给我，哎，你拿剃须看看。啊。来，用剃须看看啊，我们现在没有刷啦。用布啊，用布也可以。来，用布。来，他等的，来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老板爆了，爆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多了。来 ，OK 啊，这边啊，倒出来哈，这边很肮脏，对不对？我们不知道的啊，如果能骂更好啊。哇，他今天开始了，那天他洗他的鞋子，跟我讲，哇，很干净。哎，这个会掉，会掉，会掉啊。会掉会掉会掉啊！我这个真的很久了啦，可能那个花花的地方是挂花哦。哎，这个会掉啊，鞋子都会掉啊。还有花，有花的，花来的，花来的，鞋子也可以啊。这边啊，这边啊，这边啊，来，你加一个药水，哇，掉了，因为我们的灯光啊，我们灯光不漂亮啊，看到没有？哇，这个白了，亮气真的。你要加，你这边全部是水来的，你要加这个药水。你不要紧张嘞，老板。够了。啊，发霉的衣服可以吗？可以。我加很多，你。哎，加2加1加1，看到没？那这个可以嘞。他很紧张，你看，空杯一下。你看。哎，空杯，空杯，你看。哎呦。你看。这些是挂花的哈，这不是的，不是安装花。不对。我登错了，我给你看啊。这一个是没有 before， 这个是 before，OK， before 啊，我的鞋子的颜色是这样子 ，OK， 这个是 after， 来给你们看啊 ，before。哇，这个就很清楚了。而且我先讲啊，它是用布啊，它不用刷子啊，就是单单用布而已。来，这个还没有。如果你们真正用刷子来刷，连冲水啊，一定更漂亮的。有差吗？这白漆真的很多。可以买吗？这个布啊，可以，这个布一起啊，这个布可以买啊。哎，我们这个布有人问这个布有的卖吗？有。来，如果你们要下单那个我们的神奇的洗衣液啊，直接打 Y15+ 你们要的数量哦，15+ 你们要的数量 ，OK， 15+1就是3罐 ，OK。老板说只要你们今天加三啊，就是等于150块，他送多1只，所以150块你们会拿到10只。
等于一只只需要十五块钱。OK， 幺十五，幺十五加一三块五十块，最后七十套。他讲幺十五。Y15 啊，快点下单，快点下单。来，这个啊，这个是啊，这个。来来，给来。没有，这个给人家继续，你看他。继续。来啊，剩七十套，五百套剩七十。哇，今天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加一的话啊，你拿三瓶哦，再送多一瓶耶。九瓶。哎，你可以一起买哦，连送给你的家里人。哇，你看没有听的，关键字没有听的。而且啊，平时你们洗衣服哈，这个盖倒一盖就够了。哎，跟大家讲，老板，平时洗衣服你倒一盖就够了。几斤？它这个浓缩的。啊，比如说你家里有四到五个人的话，对不对？那衣服放下去倒一盖就够了。姐姐，你倒一盖就倒在那洗衣机。啊，一盖就够了。对。皮沙发可以用吗？完全是没有味道的，没有味道的。这个就远了，我的鞋也是没有味道的，你洗吧。我的鞋也是没有味道的。你要不鞋味道？对，有。洗吧，今天马上。我的鞋本来是有，我的鞋啊，很重那个味道嘞，是不是？你嗅一下，对不对？看你。很贵嘞，这个鞋。看你呢 ，OK 的，你抽对不对？好吗？不用钱。哇！哇，会抽烟的嘞！今天我的鞋又白白。哇！消毒，来，放在你嘴里消毒。消毒。哇！消毒，小孩子放鞋接一下，对不对？哇！小孩子放鞋回来，老公做工回来，怎么回来？是不是怕外面有病毒？第一口鼻也在脚底下，在鞋子底下，或者是你有香港脚，你有什么臭？脚臭了，朋友，今天半买半送 ，OK， 半买半送。来，所以我们先上这个我先布因为我布一直在擦，真的擦得很干净 ，OK， 来，所以各位朋友，这个布的话呢，来看这边啊。今天我们的布呢，你帮我打上 Y3 加一，我们会有五包，一包里面会有五条 ，OK， 所以你会直接拿到五包，五包里面就会有25条 ，OK， 所以是30块钱哈，好不好？赶快打上 Y3 加一，这一个我跟你讲，它是神奇布来的，为什么呢？你可以拿来擦家里的那些油油腻腻的桌子，我跟你讲，完全不需要放欧盟，这件马上啊，哇，我跟你讲很干净，连鞋子都没有，这个是太便宜。铁帽，你每天对不对？铁帽，我多了铁帽，这个可以，这个也可以消毒穿，对不对？好旧的 helmet， 还有吗？哦，这个可以卖。哇，这个我们今天如果一只，一只大概算到了多少钱？ OK， 还没有记啊，妈，我跟你讲了，不是，我在想要算怎么算便宜给你，我就想住，想，不能这样了，哎，给他报了好不好 ？OK， 来，四只10块给你们的。去啊，一只2.5块，去啊，给你们4只10块，给你们。哇！等一下，好吗？姐要丢我的价钱啦！改，我们卖1只5块的。给我们 Amin 改，把你那本来不是这个价钱啊，本来4只是15块的啊，现在该改价钱啦。阿哥你好了，他没有，等一下，还在改。这边是5只。哦，他改了，改了，我知道，对了，改，扣快给你，不要扣，不要用了，旧的不要用了，啊，本来是旧的是什么？改价钱了，哎，我知道这个款还要用吗？不可以用了 ，OK， 哎，等一下给大家看啊，证明，本来这里来证明一下，我跟你讲啊，本来原本是5只是20块钱啊，原本是这一个款。OK， 原本是这一个扣。这个扣了，这个扣不要打。不要打。现在换4只10块，你们省起来10块啊！ Oh my god！ 但是哈，如果没有买其他东西，不超过60块。哦，拼了，不要拼。要啊啊！对，要给个六啊，邮费5块啦。笑啊！所以如果你们没有买免邮的东西，你们必须要还一个5块钱的送货费。对，如果这个已经太便宜了，放不是放鞋用。对不对？小孩子做工，你的老公做工回来，你本身做工回来，去运动回来，大脚车回来，或者是你的铁帽也好 ，hip 住的东西都可以，你总是 bag 也可以，你看那个背包也可以，对不对？我们背包也可以，就是这样。然后这边是这样，你跟他按下去，就是这样。然后按的是这样，然后先，这样，然后是这样。你看我用这样久了还可以，所以你可以什么？哎，连我们的鞋橱可以，鞋橱你是这样，对，鞋橱也可以，99%杀菌，杀，
99%杀菌、啊、好了没有哥、嗯、来了啊、嗯、我们马上来了啊，准备了吗各位朋友？一只2.5元。Oh my god， 哥，有没有味道？有没有味道？香香、啊，很清香的味道，很清香。你看，如果错我哪里像、嗯嗯？你看对不对？等下你很敏感，我很敏感的。对，你很敏感。这个不会啊，这里面因为是太便宜，一只2.5元。Oh my god！ 举起你们的手指啊！一二三，直接下单。Y32加一，四罐只需要10元。Oh my god！ 赶紧去啊！不要等了啊！快点！真的是笑了。快点 ！Any expiry date？ Expiry date？ 看一下。几时？看一下。来两年，两年，两年啊！快点，不要加一。这个、是新的，新的不是这个，是新的，新的两年。不要加一，啊、直接加二、哦。这个可以喷你的 helmet， 你的帽子啊，有臭味啊。因为加二、加三、加四都可以，因为有些哦帽子人家不可以洗的，你洗它那个 shape 就不见掉了。对啊，所以你用这个除也是可以，鞋除、衣除、衣除也是可以，衣除也是可以。厨房的那间，厨房的都是臭臭。厨房的臭臭。OK， 来，如果 COD 的话，一定要买满60元。OK， 买满60元就可以了吗？2020年。OK， 来，2026年哈，我们就比过期哈，两年啊。敢敢敢敢。哎，敢敢加真的。加三加四了。Jenny 加四是对的。哇，对。Jenny 加四是对的。四至四五二十二十，这蛮快完的。师傅，因为你每几乎两天。Kim 也是买加二。哎，加二。Very receive 啊。4 to 6 weeks 啊 ，OK， 四到六个星期你会收到， yes. 好不好？200块的、啊，有人讲一定，吉隆坡可以买吗 ？Next time you have to sell this price in wonderful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我有一点不爽了，这个光啊来这里啊，老王没录我啊，你不装修好了，录我做梦？不一样吗？我的 brother 来的嘞 ，brother 来的。对啦，你看这个瓜，这个厉害，这个便宜，真的这个没有。那你们不要跟他下单啊，想一下。这个我一定要买回家啊。不过、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我第一次看到。我没有，那你看啊 ，Wonderful 的人是很相信我。OK， Wonderful 的人啊，你们知道我都有卖这些洗洁精啊，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我没有看过一个这么神奇 的。你一倒下去，你看它完全直接 disperse out。完全没有掉它的印、yes.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呢，我跟你讲，剩十一套呀，你们可以快点跟他剩十一套，卖给他玩，剩十一套，500套哦，对，500套乘三五三十五，1500只哦， oh、剩33只就是十一套，一定要买啊，来，这个、啊、它不是漂白的、啊，它不是漂白的，它是洗液 ，OK， 腰，哎。Y15 加一就是3罐50元，你们加三哦，你们会收到10罐，老板给送给多一罐，所以我还有的家具吗？可以，都可以拿，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个如果人家放屁呀、啊，可以这样吗？放屁、啊，放屁是另外一种。没有，其实这个的原理是哈，你看啊，你把手放出来啊，我这样子喷上去，它是冷的，对，哦、对冷的，它是瞬间把里面的湿气啊，你喷掉。就冷啦、啊，就冷啦、啊。所以为什么它有就是不会藏细菌？因为你潮湿，它会藏细菌。嗯，所以它这个是瞬间帮你去掉那个细菌。要你的汗水那些，嗯、所以它不会臭。就冷的，冷的。对对对对对，而且它没有水的哦，你看没有水，没有的，完全没有水的，水的。还有冰冰的、啊哦，哇。Okay。Y30还打到现在没有停的，没有停的，我没有骗你的，我们是卖5元一只的。OK， 他卖2块半。对啊 ，Sorry， 我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说，如果说他拿来骂白色的家具，不会掉色啊，不会，没事情，可以吗？啊，可以的。这个、啊、它不是药水，它完全是它不是漂白，它不是漂白，不是药水，它是洗衣液。来，剩6套。真溜达啊！我不是拿一个粉红色的布来骂了，你看他要做什么？没有啊 ，You can try again， you can try。来下一个，十、九、八、七、我这个没有停了，还在打，还在打，敢敢打，敢敢打，真的敢敢打。你们要还邮费啦，你们要还邮费。这10元没有包邮吗？啊，这个没有10元怎么包邮？没有包邮。不是这个，如果他加一有包邮吗？啊，50元有包邮吗？
这个嘉义啊，我跟你讲，嘉义没有办法包邮，太重了，太重了，这个没有办法包邮。我教你，我教你，我教你，给他亏本。我跟你讲，我不爽了，真的不爽了。这个哈、啊，我跟你讲，你敢敢买，你买一套这个哈、啊，你这个跟他买两套、三套、四套，越你买的越多，他亏越多。我跟你讲，没有骗你的，你给他亏。Hello， 喂，因为哈，我跟你讲，他还没有请我吃饭呢，我不会算，我真的有点不会算了。我跟你讲，但是这个我包。真的要买，真的谢谢你啊 ，Peace， 嗯，谢谢啊，我不懂为什么我看不到你嘞，真的好用，真的好用，很好用， okay， 很好用。好，来，我们准备一下，敢来，敢敢下，这个真的真敢敢下。好，老板慢慢来，慢慢来。来 ，OK， 接下来哈，接下来，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OK， 接下来，哎，我觉得给你讲比较好，因为他今天包单很开心，是他很激动，他。哇你们就让我读书背包五百套，五百套读书背包，玉款背这哈。十几啊！十几，哇！这他这诶，喂，八几啊！哇！看到我的朋友，这个西北厉害，妈妈这个真的厉害，没有他两个哦，这个两个老的而已。我们是三只一套嘛，他总共卖了450套，你乘三1000要到500只。老板，哎，老板的喉舌，来，再来继续 ，next one， 来 next one， 来。终于可以笑了。对，这个内裤啊，他从早上来啊，讲我们讲内裤。内裤，你我觉得你不要讲，我们会爆单。你讲不会爆单，真的给我们讲。那我走开。好的啊，我们的内裤。OK， 你穿这个内裤啊，你这个内裤啊，来。我要穿安全裤。没有穿安全裤。给大家，这个是男性啊，男生啊，我现在在穿的。来，我穿安全裤。来，我现在在穿的啊，我现在在穿的啊。看一下，我现在在穿的。来，我现在在穿的啊。不是 M， 它是 H。H。接着这个牌是什么牌？它 Hero。对着你穿的会做 hero， 他很奇怪 ，begging 一件3条，而且你，你呢？我跟你讲，你打开的时候很美，他 begging 很美，来一条一条这样。我昨天试穿，为了这个，我跟你讲，太厉害，它又漂亮，它的布置是滑滑的，滑滑那种，不是粗粗那一种了。它奇妙在哪里？翻里面给大家看一下。OK， 翻里面，哎，这个才厉害。煮水没有煮。来，记住，你现在有机会补，没有机会啊？没有没有没有。你看这一两粒，今天我们讲男性，你荷尔蒙失调，你男性小前列腺、小便难消，对不对？对。看医生啦，要吃药啦，这些都是药的。我们这个能帮助你舒缓。对。第二就是，如果你一直没有孩子，你的为什么你的精子没有力？没有力。这个包，这个可以给你解，保护你的那个，就是增强你的精子的那个数量。数量，而且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刚好不要笑啊，穿起来刚好是你的两趴两粒。哎，师傅，昨天有一个叫什么？我现在不可以脱，不是，因为我脱啊，我怕被扁，只有你可以穿。来来来，你看啊，来，刚好这两粒是穿起来弄到你的两趴的。来，昨天不是有一个网民咩讲扶两趴这个？对，这个扶两趴的，两趴的喽。这个刚好啊，来，你看，它刚刚好，很好看的。哎，而且你看啊，而且还有 size 啊，还有 size 啊，对对，我穿 L， 我穿 XL。我算 XL， 因为它前面呢，前面还是有一个鸟笼的，给你放这个鸟笼了，来，你们要给人家看你啊，来鸟笼啊，这个鸟笼啊，这个鸟笼啊，这个放鸟笼，所以大小都可以啊。OK， 王林有穿啊，真的，王林真的有穿，我昨天试了，对，可以，我就买。他讲，来，你给我一条穿，如果我今天穿了 OK， 我就买，如果我觉得 OK， 我就不买。换完了哈，来，还有一个东西哦。你看我们的负离子有没有？我们这个灯光，我不觉得要打架了，因为这个，来，你看，我给你看啊，你讲，等一下啊，你看，因为它的灯光错嘛，它灯光错，好，来，后面你 OK， 你不这边啦，你看啊，这个一粒一粒啊，有什么作用？它有里面有能量啊，我们不要讲先啊，我们不要讲啊，你看啊，你们看啊，看得到吗？它其实就是像能量石这样子的，对对对，没有，因为它讲了，因为今天灯光比较好，我拿住了，好，你看啊。来给大家看哦，你看啊，它是热热的，是不是变色不见掉了？哎，真的耶，一粒一粒不见掉了，是不是？哇，热你也热，血液循环啊就不见掉，有没有看得到吗？是不是淡化掉？你看到吗？没看到。来，你看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你拿多一条给我看一下，拿多一条，拿多一条。等下等下，拿多一条这边师傅，没有没有给大家看一下。OK， 我给你看啊。OK， 你仔细看这边旁边，它是像有一个能量的一个图案，对。你看它这边是直接热热的水，热的水啊。哇。就是这样给大家，它本来是这样啊，你看啊。哎呦。看啊。
再多一次啊！来，再看多一次啊！它蛋花掉了，是不是？对 ，OK， 这个代表什么呢？来，给他，你拉这一点，那边拉，那边拉，代表什么？不是，你拉横给他看得到，哎，有没有？这代表这边是真的有能量。对，因为他其实他穿这个的时候，他是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这个骨骨盆 ，OK， 啊，保护。不是有些啦，是很多男人因为穿了扁条线、前列腺，这边痒有没有？你时常因为尤其是夏天来最热最热的那种天气，你这边痒有没有？我和你讲，连你脱的时候，宝物这有味道，宝物。你相信王雷？嗯，我不是我有一件洗那个。有没有 Kelvin 的？嗯，对，他的布料一模一样。这个真的很舒服，跟 Kelvin 开一模一样。对，一模一样。你不要看今天啊，每个人啊，以什么什么能量，正能量。对，你穿了真的能整的。跟那谁立蛋，他就可以给你整这边。就是你有看过一种内裤可以放懒趴的吗？因为你们叫睾丸，按摩叫什么？睾丸。按摩，英文叫什么 ？LP， 不是 LP 的，还有一个叫法。英文懒趴叫什么啊？英文懒趴叫什么？你们打上来。不，我们不知道。懒趴你不会讲英文。不是，那个是骨骨盆。那两粒我不懂。那两粒不懂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英文不懂怎么讲，怎么叫啊？我没有讲过。这个就是。哦 ，testicle， 哦 ，testicle。干你那多。我哪里有讲？我哪里学过？那来，因为给大家看的啊。我们这个是真的有能量，细条，这个是细条，你看，哦，你看，来，你看，哎，不是开玩笑，它真的是有那个能量的磁石在里面。OK， 这个能量磁石它的功效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哈，这个是帮助我们的内裤哈，它很容易快干的，就是从湿到干。OK， 你会发现到男生穿内裤。一整天他的那个鸟那边会 hip 着，对不对？ hip 着的时候就代表你的内裤一定要穿的是非常清爽的。那这一个的话呢，它可以让到你的底底咧，就是可以干爽跟透气。 OK， 就是24小时就算你穿着这一条内裤，它可以保持到干爽，而且是没有味道的哦，不会有那种异味哦啊。所以这一个的话呢，最重要它也可以帮助什么呢？ OK， 就很像比如讲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睾丸，就像刚刚讲的睾丸，对，透气性好。 Testicle 啊，还有他讲哦，如果你穿了这个内裤 right啊，你要做的时候不用去洗先，直接可以脱了做，可以啦。我跟你十三岁可以。因为会保护，不可以卫生啊。小孩子给他的精子更多，给他的血液循环，这个不是壮阳的啊。对。因为你的血液循环，男生一定会上，一定会上，对不对？一定会洗的还是一样啊？放洗衣机吗？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只有能量的不可以，能量的不可以啊。要手啊，也不要洗衣机，也不要洗衣机，因为有能量的，尽量不要。OK， 好。因为它这边是硬的啦，所以最好它这边有一个东西。用手洗。你摸的时候，你会摸到它有硬。我跟你讲，很便宜啊，跟你那便宜。我先买睡。便宜到料晒，它里面有三支，它有三盒子这样。真的很好。三个，你出国的时候你可以拿一个，出国的时候。你我们的颜色随机啊，质感没有，上面有写有颜色啊，有两种颜色啊，用清水洗啊。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啊，三个，一盒有三个颜色。我先说颜色给大家看先哈 ，OK， 蓝色是这样子的哈，蓝色。我现在穿的是 chocolate， 来，我穿的是 chocolate， 来，我穿的是 chocolate， 很好穿 ，OK， 很好穿，我跟你讲。不输给 Calvin Klein， 真的很舒服。如果你穿了不舒服，马来西亚可以买吗？这个啊，马来西亚可以，这个马来西亚可以买啊。这个是 Hero 的 brand， Hero， 这个是有一点穿了会 Hero bang， 有一点 bang 厉害开枪 ，bang bang bang 色这样，对不对？穿了厉害开枪，你太太就厉害了。对，这个是黑色，OK， 所以它的颜色三个都是很美的。美颜色，来，我解释给你们那个一条5块钱，你会买吗？包送吗？啊，新加坡包邮吗？这个不可以包邮的，不可以包邮，不包邮。来，买之前的就包邮。可以拼单吗？可以啊，可以拼单吗？不是五块。来 ，OK， 来给你们看啊，所以它一盒有三个啊，今天只要你们买加二，就是免费多一个，对不对？是吗？买二送一，买二送买两盒送一盒，所以一盒是50块，50块是不是？对。对啊，才5块多啊 ！OK， 来，刚才我讲的5块多啊，9条50块啊，对啊，
九条100块嘞，没有啦，买二送一嘞，二送一吗？三盒嘞，三盒嘞，就九条了吗？没有，你是说这个50块是三盒？三盒，三盒，对啊，买两盒送一盒，盒啊、不是买两条送一条，是买两盒送一盒，是三盒，没有，他加一是三盒，对对，加一是三盒。哦我讲对了5块多啊！不是因为他讲百度 free， 我还以为他们要加二才拿到三盒哦，哎、欸，很便宜，真的很便宜，九条，总共九条。对，九条啊，九条啊，50块喽。OK， 来，我们讲那个美食们啊。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体重是61，我167，我穿 XL。我穿 XL 啊，我穿 XL 啊。王丽是61啊，所以要穿 XL。OK， 所以你们自己看啊，如果你们要 L 的朋友，就是42公斤到52公斤啊，就是你们就打 Y19 加一，好不好？所以你们加一会拿到三盒就是九条。OK， 如果你们要 XL， 就是52公斤到62公斤，像王丽啊，王丽这个 size 啊，就是拿 XL Y20加一。不好穿， okay? 退回给我。退回给我。你摸到管理地不好，退款。对啊，有三角的吗？没有，没有四角的。这个摸到管理地粗粗的、啊，你穿的懒趴会破破的、啊，我们退款。谁理讲？你穿 XL 可以想象你的那个很大只。感恩了，谁理？感恩了。OK， 如果你们 XXL 就是62公斤到72公斤，我不是 Y21 加一，懒趴大。没有这个很奇怪，我就好奇这一两粒什么，它竟然有那个哎，能量，有能量，就是给你的血液循环，血液循环，给你的那个精子充足，好不好？如果没有怀孕的人穿看看啊，因为我要拿给啊丽娟的老公穿，好不好？因为这生不出，他没有生不出啦，好不好？这边其实简单的讲哈，反正男生都要穿内裤，那倒不如你穿一个有功效的内裤，好不好？对啊，反正你老公都要穿内裤，这个、你买我们这个内裤真的是很好穿。阿毛也是下单的，你看阿毛下单的啊，对啊，阿毛下单。爸爸，给何啾？不是，为什么给爸爸？你相信我，是给他的那个前列腺的问题，老人家对，一直动不动，对，其实他出来只小一点点，然后又继续睡，出来又一点点，对，继续睡，前列腺的问题，买、啊，所以买给你的老公，买给你的爸爸，买给你的孩子，儿子，好不好？他是这个塑胶的啊。你加一就三盒哦，三盒就九条啊，随机的。OK， 好，来颜色随机好吗？我们的颜色其实不是那三个颜色，都是那几个颜色而已，就是蓝色，然后还有黑色跟灰色这样子，还有褐色这样子的。Color to pick cannot pick color 啊 ，and wool cannot pick color， so sorry 啊。加二，那个 size 你们 based on 那个重量啊， based on 那个重量。阿豪又来了，阿豪，你妹，这些可你冷怕，你小啊，结。让你早生贵子哦！对，因为他们要生不出啊。好，你买这内裤，家你叫内裤啊，条个裤呢，会帮助你的小雕臂啊，雕臂啊，会使给来量 stem 啊，量杯啊。来，有人说好。Yeah, plus one is three boxes. 对，你 plus one 就是三盒九条。哎，老公。Plus one is three boxes, nine pieces. Okay. Yes. How much are $50 only? Three box can choose different size, cannot.不可以，来可以一盒三条，你现在50块两盒，我们送你一盒就是9条，50块送去你家。对，马来西亚可以啊，马来西亚，好吧？马来西亚可以，但是你们要还一次性的10块钱新币哦。你们可以拼单，我们今天有三场直播，这个是最后一场直播，你们看可以看我们的重播。10、9、8、7、6、5、4，对，小便一切的人可以。那个是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可以啦， okay, 好不好？好来，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内裤我大力推荐，因为我昨天 try 了，哎，很容易，很滑，真的很滑。来，下个产品， okay, 这个厉害的，轮到你了。我跟你讲，来，椅子送上。一张皇帝坐的椅子，来给谁坐？给皇帝坐，皇帝来了给他。他用的，哎，你要给人家看你之前的啦，你要拿先对什么？要快啦！你没有是这样子的，我问大家一个，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没有看过 Jackie， 你们有没有看过之前 Jackie 就是阿彩的脸 ？OK， 他之前的他的脸是怎样？他其实不是抹冰，他的脸就是非常的暗淡。然后很暗很暗很暗，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的斑，然后每次他的脸看起来就是很辣手很肮脏。OK， 我给你们看啊，他之前的脸啊 ，OK， 有没有再明显一点的？还不跟你讲这个是你自己拍的哈。啊，叫你老婆吗？老婆哪一周末就是来拍照的吗 ？OK， 来，其实哈、啊，你看啊，他
OK， 他自己拍啊，他的脸啊是很多那种斑斑点点，就是那种很像晒斑，因为他没有做好防晒措施。OK， 现在我给大家看啊，他的脸，来，你的眼睛脱掉先。这个脸是 OK。这个脸这边吗？我背。对，来阿背。好 ，OK， 我做就给你搞。OK， 等一下啊 ，Sorry 啊，大家。OK， 其实他是之前这边是比较严重的 ，OK， 他这边是很多那种斑斑点点的。哎，他淡化了嘞。就是他要，他本来是要卖这个，他说我叫他为什么要脸？因为我大概是三个月没有看到他，对，因为我看到他，他整个脸变到，对，我们那天哦在机场，我们每个，哎，老板，这么鸟像光去啊，来亮去整个人，斑呐、啊，他的老人斑呐、啊，他的这些有的没有的啦，全部洗到完。F1 的妈咪讲 ，F1 的妈咪讲，他的脸之前比李国恒还要难看，真的，他的对、啊对啊、真的、啊、真的很凹翘凹翘的，对、啊。哎，现在淡化了嘞，来老板，先给一下，全部割掉。哇、哦，哎，真的嘞，真的，你看他现在他的皮肤是很滑了的。对，我就是叫他拿来卖，而且就是要拿来卖，而且重点是哈，他以前他的鱼尾纹是很深的。啊、okay, 对对对。来，所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一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品牌 ，OK， 中国大陆的一个品牌。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哈，其实很多大就是网红他们都有在卖这一个牌子的洗脸霜 ，OK， 我给大家看哈，这个洗脸霜哈，其实适合任何肌肤的人 ，OK， 包括像孕妇都可以再用，它是非常天然的 ，OK， 然后而且它是非常浓缩的哈，给大家看它非常浓缩 cream 的 ，OK， 所以现在哈，我放一点点的水，我放一点点的水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先啊，来，我放一点点的水，然后它的泡泡它是用洗的、啊，对，它的泡泡是非常细腻，洗的，它很幸运哎，是 milk 的，洗的、啊、是洗的，有没有？哇，哎呦，我用我的奶顶一下先哦，哎呦，哎，来，有感觉到那个奶感觉吗？棒比较多，爽爽哈、哦啊！你是每天这样洗啊？嗯，多久里面，老板，你的这个老人斑，你、这个、一个月就可以。他那时候洗哈、一个月，我会发现到他的脸整个哈、就是变得比较亮，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亮 ，OK？ 所以你每天哈、你可以，如果你的孩子是很多青春痘的，你可以买这一支 ，OK？ 给你的孩子，因为这一支其实不贵 ，OK？ 你可以自己用，然后也可以买给孩子用，也都没有问题。来，我要一点点的水 ，OK？ 我要水，那个水，那个桶，那个水拿给 我啊，水给我一下先拿。OK， 这个你可以买给你家里的孩子用哈、都没有问题哈。哦，如果是痘痘肌肤的啊，敏感皮肤的啊，就像他这样子的啊 ，OK， 老化皮肤的哈，也可以都在用哈。OK， 好，来，所以我们就跟它清洗掉。这一个的话呢，早晚用没有问题。OK， 早晚用没有问题呀、老板爽歪歪呀、老板。好、哦，来给你们看一下。其实我是早晚用。对，当然啦、每天就像很像刷牙这样子嘛，每天都要。这个是之前的吗？对，这个是之前的、是之前。你看之前的黑到干呐，我跟你讲，哦，斑是大肚，你看他的，你看之前是这样啊。很假的。他之前啊，他洗了一个月，他洗了一个月。他洗了一个月过后，他会很明显的改善效果。嗯，来你看，对，来一个月啊，这个一个月前啊。这个一个月就变成这样啊 ，OK， 好不好？来，我们倒转回来哈，来听我讲哈，这一个大家如果哈，你们有看七老板的直播，他们其实都有在卖这一个洗脸霜，它是非常温和的，而且是深层清洁你的皮肤。你会发现到，如果哈，你的这一个洗脸霜哈，来高一点哈。干性皮肤可以用，可以用干性皮肤也可以，油性皮肤也可以，敏感皮肤也可以。哎，这个是我叫他买的，这个真的我叫他买，因为我看到他脸就花了。我们在机场，我们每个都吓到，哎，老板这么鸟像。整个人帅气啊，对，帅气啊 ，OK。所以这个的话哈、最重要，我跟大家讲，这一个任何皮肤都可以用。如果今天你用了不干、痒、敏感，退款，退给我们 ，OK。所以这一个的话哈、我就不多讲，大家都知道。护肤品，我们的洗脸霜就是帮助我们深层清洁皮肤 ，OK。最重要是让我们皮肤的那个毛孔里面的肮脏跟它洗清洁出来 ，OK。所以这一个的话，洗脸霜哈 ，OK， 我们会配一条给你。这一个洗脸霜，它是来，它这个洗脸霜是100 gram。OK， 它是像牛奶的味道。啊、牛奶对。OK， 100 gram。牛奶的味道。对。OK， 所以当你洗好脸了过后，快点，来等一下，等一下，不要紧张先，不要紧张先。一个月看到你的老人斑解决掉。来，大
家都知道这个377的这一个很出名 ，OK， 这一个呢就是 whitening cream， 它这个可以帮助到它淡斑 ，OK， 而且尤其是它很多细纹的地方，它也可以帮助它淡那个细纹。然后呢，你看啊，它的脸啊，很多那个老人斑啊 ，OK， 它也用这一个，你洗好脸，男生其实洗了就用这个，对，今天是整套买一送这个，买这个送这个。OK， 所以这个的话呢，其实你打开来过后，它是 creamy creamy 这样子的哈、啊，你看啊，你轻轻的扳开来，哦、你看啊、哦，按了，它是这样子的，就插上去，对，插上去 ，OK， 然后呢，你就可以跟它涂上去啊，你可以起一点 ，OK， 然后你就跟它稍微做一个按摩，尤其是男生女生很多安弟安哥，你们很懒惰护肤的，你就买这一套就好了，就是洗好脸，然后你就直接用上我们的这个 whitening cream。哎喜志又问你、牛奶不习惯有没有人牛奶人奶的味道、人奶没有只有牛奶的味道、人奶是小小的、给小小的你看啊涂上去过后、来给他们看两边啊这个是有涂的这个是有涂的哈这个是没有涂的、其实你看啊就算他洗了过后哈、他也不会感觉到很紧绷不会不会有紧绷的感觉一点都不会完全不会 OK 所以你晚上早晚一样就是涂好这一个你早上就涂你的防晒晚上你涂好这个就直接去睡觉哈好不好来所以这个保湿补水 Freckles 是什么黑斑可以可以专治黑斑对斑的黑斑雀斑雀斑包括老人斑老人斑都可以啊一个月没有 any spots any spot also can 一个月没有见效退款一样啊你今天买多少我们退款多少好不好 OK 你听我讲啊OK 我要喝啊 OK 你听我你没有果酸的成分没有 OK 洗脸霜你洗了过后呢它是非常温和的感觉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成分在里面包括我们的这一个377其实这一个主要就是是一个成分啊它不是一个品牌对这一个其实它主要就是可以美白淡斑霜 OK 你早晚用然后帮助你保湿水润 OK 很细腻的我给你们看啊我给你们看啊 OK 这一个来我给你看啊它非我是那种老板等一下而且啊你看啊我们多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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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货、okay.4到6个星期啊 ，within 4 to 6 weeks。OK， 我给你看啊，它是非常细腻的啊。OK， 你涂上去它不会有黏黏油油的感觉，完全没有。你看涂上去它就直接爆开它的水分，你挤出来它很像 cream 这样，但是你一把它搓开，它动到你皮肤的时候，它就完全吸收到你的身体层。OK， 来。而且啊，我给你们看啊，老板有拿来去 test 啊，新加坡的啊，新加坡还有拿来去 test， 所以 it's very safe。OK， so not to worry 啊， it's very safe。老板有拿去 test 啊。有哪些代表啊？这个是他的 sample submission， 就是在9月2023年，好不好？还会卡吗？还会卡吗？ OK， 还会卡吗？你要问他们，我这边卡是没有会不会卡了？不会卡了。刚才我们不会卡了，会卡吗？来，给我知道一下。给我知道一下 OK 来听我讲啊平时哈我跟阿丑一起哈每次卖哈他都是卖洗脸霜没有配这个377的这个面霜 OK 他只是卖洗脸霜但是今天我们跟他讲说 okay, 不然你 combo OK 就是一起就是你买洗脸霜你也会拿到377的这个 cream 你可以一次过一起用所以一起用会效果比较好 对, 对 OK 好来你们先加起来这一个我数量很有限 OK 这一个的话呢今天你打上 Y19+1 你会拿到一 set68块钱你单单之前你买我们单单你之前买我们洗脸霜大好单单洗脸霜两支19如果一罐那377多少钱啊50啊对呀、50多块了对不对我还不够划算错了28+59本来是多少钱67是88块，对所以这一个的话是非常划算之前你们买这样子一罐都不止这个价钱 OK 所以你们直接打上 Y19+1 今天你要淡斑也可以哦，你要美白肌肤也可以你要保湿也可以哈就用这个洗脸霜再配这个面霜直接马上搞定一个月没有退化你们都知道啊老板的脸有看过老板的以前他的这边很难看的很假了的一个月不会退化黑斑我们这个是专黑斑我们的青春痘我们的暗斑还有什么斑黄就是比较黄的你的皮肤很黄的、老虎斑就是不均匀不均匀的皮肤 If just want the cleanser you can PM admin you can PM admin 啊 OK 但是我觉得你们一起买会比较好好不好你们一起买这个三七就是一个在中国最出名的一个成分就是它专门就是斑斑或者是皮养你们的其实很容易就是一支这个就是洗脸的洗
洗了啊，干抹干了就抹这个，就按这个来抹睡觉。但是记得啊，如果你们下午或者是早上擦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擦你们的防晒。OK， 很重要啊！擦完这个，擦完你们的 moisturizer， 一定要擦你们的防晒。OK， 老人斑比较有那些四五十岁才有，是的，所以他们也是可能退休了，对，对不对？他们也是要漂亮。对 ，OK， 我这边补充一下啊，这个377它主要里面是那个传明酸，还有烟基胺，还有光甘草定，它里面是有 4.5% 的美白成分，所以当你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用了过后哦，我的皮肤会很亮，会很白，是因为它里面有 4.5% 美白的功效成分在里面。老人斑可以 export cam。老人斑淡什么斑？这样，老人斑红斑红斑红斑老人斑老虎斑，还有雀斑还有什么斑？还有什么斑？什么斑？sorry 黑斑。等一下，哎，明讲错了 ，OK， 错错了，等一下啊，打 Y 十六 ，OK， sorry 啊。Y 十六加一，对不起，你们再打多一次。Y 十六加一，一 set 68块钱 ，OK， 来。别困了。Y 十六啊 ，Y 十六啊，对不起，你们再重新打过哈。Okay， 等一下，刚才打 Y 十九的，你们再打多一次。Y 十六不是十九 ，OK， Y 十六 ，Sorry 大家，给妹妹，妹妹有压力，妹妹很压力，对，妹妹很压力，不要不要骂她，不要骂她。等一下，哭啊，我跟你讲啊。妹妹跟人家讲什么？Sorry， 不好意思 ，Y 十九是那个底裤，然后我、因为它反过来嘛，所以我就看错了， 我就打成十六。不用哭，不用哭，不用哭，不用哭。等下才留两个眼泪下来。Okay. 祝福你减肥成功啊！OK， 好不好？来，所以这个各位朋友赶快加起来哈。我先讲，如果你们刚才打 Y 十九的，你们的 cut 有那个底裤，你们自己可以 edit cut， 你 remove 掉那个 cut。如果你们不会 remove 啊，你们叫我们的 admin 帮忙，好不好？因为是 admin 的错了 ，sorry，sorry。OK， sorry 大家 ，see the code again， 来。来 ，Y 十六啊 ，Y 16 plus one，Y 16 plus， 所以是 one set 啦。不可以啊，不可以，我们那个是今天是送的，那个377的不可以。Okay， 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单单买377，可以，可以啊，你自己私聊后台，它比较贵。Okay， 对，比较贵，啊，我先跟你讲 ，OK， 我们有单单卖，只是讲真的不贵，但是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做一个 combo， 敢敢就是让你们每一个人可以穿洗脸的那个面霜一起。敢敢打，你看他的这个三三名真的是变了嘞。你看刚才一边有哇，一边没有哇，你看我们靠近你是不是有点亮了？嗯，来你看，它的光泽有没有？来你看，是不是？啊，这哎你按按它，这边亮亮的，对不对？而且很紧致了。来你看它，真的，你看它 ，OK，里面没有酒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没有防腐剂，没有荧光剂，没有风险成分啊，大家放心啊。OK， 直接下单，一定要下单。Yes，Y16 Y16 加一只需要68块。OK， 一个洗脸霜，还有我们的三七。一个月里面什么死人斑、红斑、老虎斑、石斑、鱼，如果什么都不会退，退款，好不好？这就退款啦。但是你们要很勤劳去用啊，每天啊，嗯，每天洗洗了哇，那个一个月30天呢，对，你斑会不一天两次，好过你花了几千块去除斑啊，什么镭射啊。我的阿姨啊。花那种2万多块，它的斑不见掉，还是有的 ，OK， 斑斑花不了 ，OK， 直接用这个我们。什么死人斑都可以的，干你那那个你的姐姐啊，那个什么斑刺，或者是你们的皮肤哦，有比较黄、比较黄的，也是可以啊，黄色素比较高的朋友也是可以。什么死人斑都可以，我说。是这个厉害，死人斑的，没有，来帮我拿一下，帮我拿一下。OK， 所以啊，因为我里面有穿一个安全裤啊 ，OK， 这个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老板每次哈，我觉得老板啊，真的每次都很喜欢卖裤子 ，OK， 他真的很喜欢卖裤子，对 ，OK， 所以这个的话，来各位朋友，这个是我们科轩尼的，对不 对 ？OK， 这个是啊，也是新品，刚刚不用这样就可以了，不用这样 ，OK， 这个是科轩尼的安全裤，这个不是给你。穿在外面的哈，这个是给你穿在里面的，防止走光的，好不好？来，我们那边有一个包装，我们打开来给他们看一下先哈。哎、来、哎，我有人嘞，请人这边按摩。哇，等一下，三场了，等一下，等一下，哎，你看，哇，还有按摩的嘞，吃龙虾，吃请人来按摩的，哇，好彩啊！okay， 真的耶，好彩呀、啊、！OK， 好，来等一下哈、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包装一下先啊，各位朋友。OK， 虽然是来自科学尼的、啊，你们都知道科学尼都是很好的，我终于有它的安全裤了。我说，哎，老板，终于有安全裤了啊！其实他之前有安全裤。
那是不一样的，这个是 upgraded。对，因为这一个它跟、啊、这个跟之前的安全裤是什么不一样？因为你们都知道科学尼，我们都是卖紧身裤子嘛，对不对？之前它的只是把那个紧身裤子把它做成跟这个安全裤一样，它只是比较厚对啊。但是这一个的话呢，它是比较薄的，好吗？所以让我好好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手上拿的这个石墨烯的这个。科学尼的收腹裤，各位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女生有时候穿裙啊 ，OK， 我们都需要穿一条我们的这个安全裤。来，我们给他们看后面一下啊，前面后面 ，OK， 前面后面呢？这个、是后面呢？是的，来这个的话呢，可以帮助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提臀 ，OK， 提臀收腹，然后呢，最重要可以紧致我们的个骨盆 ，OK， 就是我们的盆骨，有时候尤其是生了孩子过后，我们的骨盆是不是很大？然后很多人是想要塑你的骨盆，对，你可以穿这一条裤子。这个裤子呢，它有一个功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紧致，然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收缩我们的这个盆骨，然后最重要是扶平我们的腹部。很多人啊都会有一些小腹，对不对？这个裤子呢，当你穿上去过后，尤其是我们穿紧身衣服的时候，你有时候想要看起来肚子小一点点，这一个裤子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哈。OK， 可以，你看啊，你看啊，阿毛，你看它的旁边两边都是有那种。两条线对我先讲一下啊 OK， 然后最重要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腹部呢做这个压缩，就像刚才秀萍讲的这边两边，它可以帮助我们压缩这个设计呢，收复我们什么呢？我们的赘肉啊，赘肉这边全部都可以收起来，好不好？所以这个重点啊，来了啊，听好啊，这个石墨烯的这个安全裤呢，它里面添加了什么呢？它里面添加了这个微胶囊啊，我们的之前的那个闪电裤里面都是有微胶囊，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安全裤里面它也是一样会有哦，它可以帮助我们穿起来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就是燃烧脂肪啊，当我们在运动啊或者是坐着啊动睡觉啊，你穿啊，它都可以帮助，对，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脂肪，而且它的布料是很凉的。来继续，是的，来，所以各位朋友，这一个来它主要就是石墨烯的哈，主要就是石墨烯，所以它是很薄的，你看它的弹性，来我们一起拉来给你们看啊，它的弹性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啊 ，OK， 所以它会有两个颜色啊，各位朋友，它会有黑色跟我身上穿的这个肤色，然后呢，来我们是有尺码的，我们是有 M、L 跟 XL， 好不好？如果 M 的话呢是80到105斤，是多少 kilo 啊？40到52。M 的是40到52 ，OK，M 是40到52，L 是52到67 ，OK， 然后 XL 是67到82。对，所以大概85公斤以下的人都可以穿，好不好？所以这一个的话，你瑜伽、慢跑啊，做运动啊，单车、骑车啊，或者是你穿裙啊，想要当一个安全裤啊，都可以，好不好？所以这个洗的话呢，也是一样，建议就是用手洗，好不好？所以呢，不要尽量不要用洗衣机洗啦，因为它比寂静仪它里面有那个微胶囊。它有莱卡，不可以用洗衣机。其实哈、哦，其实它是很薄而已，而且它是那种它的布料是那种凉爽的。是的。OK， 你穿上去啊、哦，它是冷冷。什么？没有，它到82公斤。不能。不可以，到82公斤。所以如果 M size 是42到52 ，L size 是52到62 ，OK XL 是62到82，好不好？好。裤可以穿吗？可以，没有问题。OK， 来听我讲，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哈，这边我要跟大家讲哈。当你拓开来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当内裤来穿，对不对？来，你看它这个底部，来这边它底部呢，你有看到它灰灰色的，你可以不用穿内裤，你就直接当一个内裤安全裤来穿。这里呢，它是石墨烯抗菌的这个内裤的这个底部 ，OK， 就是石墨烯啊，这边是石墨烯的、啊。来，我们弄式给大家看一下哈、啊，来帮我拿镜头。OK， 听 Serena facial set is $68 $68 OK， 来，我们来给你们看啊，是不是真的有石墨烯的面料在这边 ？OK， 我们倒一点点的水给大家看啊，哎，有没有看到、啊？尤其是女生很会有白带、有异味的，对不对？那你们穿这一个的话呢，它可以保护你们的妹妹，不会那么容易呢痒、瘙痒、有异味，好不好？所以这个它里面就是有石墨烯啦，所以是非常非常棒的哈。所以这一条内裤来也是一个安全裤啦，好不好？所以它有两个颜色，来秀萍我们一起黑色，对，跟我们的肤色。OK， 今天。多少钱？来，老板准备我们的价钱。所以还有三个 size 啊，有 M、L、
XL 啊，我再讲多一次啊 ，M 的朋友就是42公斤到52公斤 ，OK， 就是毛下面就是穿 M，OK，、okay, 然后 L size 就是52到62，我就穿 L size，OK，、okay, XL 就是62到82公斤，好不好？来，所以今天的话呢，哦，你讲完了吗？讲完了哈，来，这个是谁的电话？密码是什么？谁的这个电话？对，来来，小莫。OK， 来，所以我们要扣了，对，我们现在要讲扣，先给你们抢，然后我等一下讲。这个安全裤啊。OK， 来听好，听我说哈，这边的话呢，我们今天 OK 已经有洗好在这里了哈。我们这个石墨烯的收腹裤呢，我们是有黑色跟我们的白色，所以这一个的话呢，今天你们打加一，就是admin。你的这一个扣 ，Hello， 有没有人理我一下？这边如果加一的话呢，就是黑跟肤色，对吗？一套的。啊，对。好，所以这个的话来，如果你是40到52.5公斤的话，你拿 K 五加一，你会拿到两条，就是 mix color， 黑色跟肤色，不能够两个都拿黑，两个都拿肤啊。如果是52到25.5公斤到65.5公斤拿 K6， 如果是62到62.5公斤到82.5公斤，你可以拿 K7， 好不好？所以你看你的 size， 你要打的那个 size， 你加你们要的数量就可以了。这个裤子我跟你们讲，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很舒服，它薄薄的，对，它穿起来的时候啊，就是那种薄薄，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收腹啊、提臀啊，还可以抗菌啊，不会让我们的妹妹很容易瘙痒啊。而且它是有牌子的嘞，它不是那种哈、啊，在外面哈、啊，我们一般上哈、啊、买的那一种 100 baht 200 baht 那一种的哦、嗯，这一个是科学呢哦，各位朋友，这是科学呢的安全裤，非常非常的好穿，它不会烧热热的，会冰冰凉凉的，对，冰凉凉的，是，凉凉的，你看它，它穿起来，我给你们看它。OK， 它很好穿，而且它这一个是无痕的哈、哦。如果说你穿一些裙啊，你很怕它会硬到，这一个完全不会。OK， 你看，甚至它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做这个提臀。OK，、尤其是哈，我跟大家讲哈，尤其是我们很怕女生哈，就是我们很少做运动，屁股会落老哈、你穿了这个，我跟你讲，连屁股直接短了起来。Lift up、OK， 对，而且对，尤其是肚子的这个部分，对，它还可以收腹啊，收腹这一边，尤其是生了孩子，有时你的那个骨盆走位哈，骨盘这一边，它穿了过后呢，也可以调整我们的骨盘，好不好 ？OK， 来，所以我们把镜头返回来，谢谢师母。OK， 来，所以各位朋友，最新的市场还没有出的，来你说，我们一定要买，这个真的很好，我昨天摸了，我来，哇，我一定要买。OK， 来，直接啊，看给你们看一次那个 code 啊，哎呦，那个什么 password。OK， 所以各位朋友，这个是科学呢啦，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标了，对吗？对。OK， 我是穿最小的 M， 对，我穿 M size， 我穿 M。OK 啊，来要的朋友啊 ，OK， 我们来科学呢的 graphene tight pants 啊 ，graphene tight pants。OK， 如果你们要 M size 的朋友，40公斤到52公斤，你们就直接打 K 5加一。会，他们会卷起来吗？不会，不会，不会。所以你要选对的 size。没有，我跟你说，你如果买了会卷，你拿回来我们退款，完全不会卷边啊，放心啊。OK， M size 啊 ，K 五加一啊 ，K 五加一 ，K， 哎呀，这么一怎么 ？K 五加一，好不好？50块，就是你们会拿到一个黑色，还有一个肤色，好不好？如果你们 L 的 size 就是52公斤到65公斤，是 K 6。K 6加一是 L size， OK。如果你们的 XL 就是62公斤到82公斤，就是 K 7加一，两条只需要50块。科学呢的一个品牌，很出名的一个品牌，那然后你们也对很凉，你们也是知道这个科学呢啊，在新加坡只有我们的 JL 有这个certificate 就可以卖这个科学呢的 brand， 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他的这个很多人是有时这个他的扣头这边啊，你看。也是很痒嘛，它是薄薄的，你看它的塑胶这边是这样的，对，人家是这样的，所以很舒服，它是这样的，是整个里面的定做都是完全撑你的屁股也好，撑你的肌肉也好，对，因为它是科学呢的，师傅，那这个你看，只有我们的 JL 有这个来十，你看官方唯一合作伙伴啊，5 4 3 2 1 OK 来了。这个化妆定妆，对，每个定妆你可以动多久？有的人是10个小时、16个小时、12个小时，我们今天这个能定16个小时。师傅，
你刚才讲几个小时、啊？十六，十六个小时。我平时三个小时，我脸都很油了咯。这个是可以定十六个小时。如果你今天买的这个定妆啊，会流汗，会干呐、啊。有的女孩子，你看流汗整个好像鬼一样啊！哇妈的，那种看得很雾弱，很怕人的。真的，这个可以定十六个小时。OK， 你看啊，像秀萍现在像啊，她的脸上是有化妆的，对不 对？来，你可以跟她 spray 一下先。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要用setting spray？ 就是你们的化妆会比较耐更久，不会那种油性啊，不会那种哎突然间这边哎不见掉嘞啊，所以你们一定要用我们的 setting spray。对，各位朋友，其实很多人啊会忽略掉哈、啊、定妆。喷雾这件事情 ，OK， 其实定妆喷雾呢，为什么我们要准备一支？就是很多时候，虽然你没有化妆，你可能平时是涂一个防晒，然后你就出门，但是这个呢，你也可以在涂好防晒过后，你跟它做一个定妆，那你出门你会发现到现在天气都非常的炎热，你的脸很容易在 T zone 这边很容易出油，对不对？那你喷了这个过后呢，你会发现到你的脸会。平衡你的这个油跟水质，它不会那么容易出油。不会容易出油。对，尤其是化妆好了过后呢，可能你晚上去 dinner， 你化妆了好了过后，你也可以跟它喷一喷，妆前或妆后再喷也都可以，随时随地想喷也都可以，好吗？这个牌子大家有没有看过？给大家看一次哈，这一个是我们全新升级版的水粉面纱 ，OK， 它喷上去呢可以帮助我们定妆，而且很挺好啊。控油，如果你们有很多姐妹们是有 T zone 很容易出油的，油性的朋友们，对你更要喷这个哈，可以帮助你控油五倍。然后重点是，你的皮肤如果每次哈、啊、上妆的时候啊。很不服帖，就是你会发现到，哎，为什么这边好像裂，这边会裂啊？你去喷这个产品，它也是可以帮你滋润到你的皮肤。是的，嗯、你可以先用我们 Wonderful 妈咪卖的那个9.9块的那个面膜啊，一包里面有21片那个，你妆前你刚用了5分钟过后，你化完妆了过后，你再喷这一个，啊，就十全十美了哈。OK， 所以这个呢，来我给大家看啊，它喷的这个哈、啊、分子是非常非常小的。OK， 来，关眼睛啊，来大家看啊。它的这个分子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OK， 所以很容易吸收到你的皮肤的最深底层。然后再加上现在是不是很多又有 COVID 了，对不对？对。每一个人是不是会戴口罩？哎，我跟你说，喷了这个，你再戴口罩，它不会那么容易妆粘在那个口罩上面啊，好不好？所以这个来，今天我们卖多少钱啊？这个我们可以持妆16个小时。平时哈、哦， okay? 平时那种 setting spray 可以耐可能8个小时最久，或者10个小时最久，这个可以耐到16个小时。所以没错，等于说，如果你们早上出门的朋友，他可以耐到你们晚上回到家。还会明白吗 ？OK， 所以这个一定要买。你们有化妆的朋友一定要试看我们的这个 makeup setting spray。OK， 我等一下啊，我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啊，你不要看它的这个包装哦，很像很普通这样。它这一个哈、啊、喷头，我先讲一下，它这个喷头哦，它是很细腻的，所以你喷出来的时候，你看啊，很细的。啊，不会是那种喷出来 spray 这样子的，不会，它是非常细腻，对。然后再来，它是铝罐蜂蜜，它是持久不变色的哈、嗯。然后它的气料分离配方是安全稳定，它里面啊会有4层的这个蓝带保护你里面的这一个。original， 不会让它。Okay, it's not sunblock， 它不是防晒来的， yes. 它不是防晒。所以你们擦完你们的防晒之后，你们擦完你们的化妆之后，它是喷下去，它可以帮你们的妆，定啊、对，定型，它是定型喷地型的，所以你们的妆哦可以耐更久。有些人的化妆，哎，为什么2-3个小时？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又是很热的时候，你们流汗，你们的妆就是融掉了。好像比如说你们这边流汗，你这边哎。我们的皮肤白白这样，白白这样啊，或者是 cracky， 你们因为你们的皮肤可能那个不 balance， 所以这边会比较突然间 cracky 啊，那种很干燥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喷了我们的 setting spray， 它可以帮你们滋润你们的皮肤，还有帮你们的化妆可以定到16个小时。Yes， okay, OK， 我们先上课啊，好不好？嗯、来。来，要的朋友啊，今天如果你们买一罐的朋友就打 Y35 加一，一罐只需要18块。但是我建议你们直接买2罐 ，OK？ 就打 Y36 加一2罐只需要30块，而且还是100ml， 所以你们可以放在你们的包包上，上飞机也都 OK。OK， 它的 expiry date 是3月29，2026年，所以还有3年，好不好？你们可以直接打 Y36 加一2罐30块而已哦，30块而已，好不好？来、okay, ，赶快加啊！所以这个
我再跟大家讲哈，其实你可以怎么喷 ？OK， 来，其实你在用之前，你可以跟它 shake shake 一下。然后，如果你想要你的脸看起来 V 一点点，你可以跟它 spray 这样子 V，OK，、okay? 注意显得脸比较小一点点。你 try to 看呐 ，OK， 如果除非你的脸真的是很大，那就没有办法啦 ，OK， 把它可以这样喷 ，OK。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你可以喷全脸，就是定妆，你可以跟它打圈，就是这样。跟他打圈 ，OK， 然后再来，他什么时候用？你可以在妆前之前，你要上防晒之前，你可以跟他喷一喷，或者是你上完防晒过后，你也可以再跟他喷一喷 ，OK。然后呢，很多人会想说用蜜粉嘛，对不对？用蜜粉跟他定妆，你可以用完蜜粉再喷也 OK。Before after 几十喷都没有问题。总之，它就是一个定妆器，好不好 ？OK， 所以赶快打上来哈。Y 三十五加一是一瓶18块 ，Y 三十六加一是两瓶，只需要30块。OK， 来，我们从我们这边有卖什么？就是必须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神奇全能的洗衣液。全能啊，而且它是白衣，什么颜色都可以，全能液，对，而且全能液，而且今天啊，你们加一就是3罐只需要50块，你们加3哦，老板多送1罐 ，OK， 所以等于150块，你们会拿到10瓶，生气套，生气套，哦，那7 sets only，OK， 生气套而已，来。要这个的朋友快点下单，这个是必须买的 Y15+1，就是3罐50块。OK， 如果你们加上的朋友，老板多送一罐，所以150等于你们会拿到10瓶。OK， 好不好？而且这个是800ml 的啊，而且这个是只有老板的，老板是个人的产品。对，你看那个Edison 卖的，对。对 ，OK， 赶快加起来，这个一定要，这个一定要。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你再看回重播。但是你先加先，反正就是好料就对了。啊，你的衣服啊，有黄黄啊，黄黄底啊，又种到咖喱啊， okay. 种到什么什么，都一定要下单。而且鞋子啊，可以洗鞋子啊，可以擦鞋子都可以。OK， 来5秒，5、4、3、2、1，来这一个最后两哈，剩11套，这个也是11套，已经走了，完了，是。啊，完了啊！完了！你要给人家，你要照打，因为有的人没有还钱。我要给他亏本，卖这种价钱我没有。等一下，没有，你们可以照打。我要学你，等一下，卖这种价钱。我跟你讲，这个巴豆，我跟他今天跟他翻脸。你为了这个喷鞋跟他翻脸？啊，为了10块。没有，这个喷鞋的，有的人你照打，因为有的人没有还钱，一定有28%的人没有还钱。对，这个喷鞋的，如果你们的鞋子时常臭味啊，或者是你们的。鞋橱市场臭味也是可以喷，或者是帽子啊 helmet 都可以喷啊。今天4瓶只需要10块钱，他为了这个跟我的父翻脸，厨也可以啊。你看 Y 32+1就是等于4瓶10块钱而已。对，可以帽子，对啊，摩托 helmet 鞋架都可以啊。来，我们倒数5秒，5、4、3、2、1。今天我们真的是爆单啊！我们还有，不要忘记你们还有惩罚。没有，明天，因为没什么惩罚，因为没有你们刚才输的啦，干了当然是你输吗？我不是买7样啊，刚才人家投票吗？哪里有没有？有这个 A， 这个 B， 嗯 ，OK， 现在 A 比较多，对不对 ？A 比较刚才比较赢的人打上 A，B 的人打上，因为明天要去哪里？明天要去猛男餐厅。明天会在 BOL， 明天 BOL 第一次赚，做生意，第一次做生意，拜托了，这边还有1000多人，对不对？明天进来支持一下。那你看也是有人打地吗？明天9点，所以明天7点跟9点啊，明天再比了，明天7点跟9点，好不好？明天有7点跟9点啊。好来。大家各位朋友，记得关注我啊！我跟你讲哈，这个老板哈，讲真的哈，他真的还是很新人，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一下，好不好 ？OK， 所以各位朋友，今天呢，赶快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一下我们的这个 Jackie Lu JL， 来秀平。你的嘞？在这里。哎，我们明天在哪里开的？我也是。OK， 这个平台也是很新人啊，所以我们也要支持一下啊。Yes, correct。啊，是很新。明晚9点在这里。对。
每晚救援在这里，新的开了开十三天，十二天，这个最新的，这个最新的新闻。但是哎，二十千人呢，不错嘞，两万，很厉害有嘞，两万嘞，哎，我还有嘞。来，各位朋友，我是来自东马的毛虾妹，大家可以去 follow 我一下，好不好？等你啊，来啊 ，follow， 等等啊，很快要破十二万了，快点，快点，等一下，你很快嘞，你这两万来的上得很快嘞，啊！我会再加油，来 ，OK， 好，看看，哦，还有慢一彩，慢一彩，不用啊，妈，这边没有人了，现在叫人家菠萝好像叫老陪的，真的难的，以前那么容易。你静静啊，你我儿子嘞，张家菠萝，我儿子慢一彩，看了嘛。来，菲比花偏心哎，这个老爸偏心啊，偏心，怪不得慢一仔他，慢一仔不要叫他，不要让他做爸爸，不要去滚蛋。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加完芭蕾，这个是我第二个平台的，来，来，太多了，他们记不住了。我都很容易记的，你可以跟说谁？我的三个字打 POL 可以了。啊，还有一个啊，这个是今天别的，这个人可能才一百多个人呢，这个。还有，我都很容易记的哈，很容易记的哈，我都是这个平台呀，哎，等一下没有。WLM shop，WLM shop 啊，你可以看哈。来，谢谢大家去玩这个。DOL 十二天两万，这个十二年还在两万。哇，谢谢。多奶文，多奶文。来，去玩钱，去玩钱。今天我们又爆单了，去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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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去还钱啊。